Lo vedremo.南投县议会第十八届第五次定期大会议程第三审查会各单位业务报告及检讨。开会时间到，请主席宣布开会。 今天的会议现在开始。 现在是理事长、公务处陈处长、公共处王处长、农业处陈处长、家事疾病防治所唐所长、南投县农产运销股份有限公司卢总经理。 各位科长、各位记者、小姐、先生、本会潘会长、各位议员同仁、本会陈秘书长，电视机前关心关心的各位乡亲，大家早安，大家好。咱今仔议事的定是第三审查会各单位的业务报告及检讨，请各单位的主管。 做干的业务报告及介绍业务主管和各议员实施。首先，咱请建设署的理事长报告。那个，谢谢大会主席何议长啊，潘副议长，然后还有谢谢各位议员先生、女士，还有我们议会的陈秘书长。那有关建设处的部分，主要是负责。 南投县所建管都计相关业务，那先介绍本处相关的同仁。那在我左手边第一位是我们陈习庆陈副处长，然后接下来是我们都计科张美宏张科长，那接下来是我们新上任的工商科赖成荣赖科长，然后再来是我们建造科建管科的黄颖黄科长，然后再下一位是我们使馆科的黄承泽黄科长。 然后下一位是我们的城乡科的庄文攀周科长，然后最旁边这位是我们欧义文欧科长，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现在有品管科的陈炳汉陈科长。那有关建设处的相关工作报告，详这次的工作报告书第35到49页，然后敬请各议员指导跟指教，谢谢。好，我们感谢我们理事长，继续我们请啊，工会是我们陈处长。 谢谢议长，陈秘书长，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大家早。由公务处报告哈，首先我介绍公务处的同仁，我们副处长李坤煌李副处长，土木科长肖锡坤肖科长，还有养护科长许正良许科长，交通科科长王成达王科长，下水道科长廖崇泽廖科长，水利科科长。 吴志浩吴科长，资源开发科科长赵一成赵科长，本处的这个都是上一期就任职的同仁了哈。只有本人是从1月3号开始就任，所以我是第一次参加我们南投县议会的定期会，请各位议员多指教。有关公务处的报告就在69页到76页，请多指教，谢谢各位议员，也谢谢议长。 继续，我们请公共处王处长报告。谢谢议长各位议员、理事先生，大家早哈。那公共处来做简略的报告。首先来介绍我们处内的同仁哈。首先是我们副处长林秀梅。那再来是企划科的肖科长。那再来是推广科的黄科长。那再过来是开发科的严科长。 那再过来是产业科的吴科长，那过来是管理科的廖科长。
啊，我们这些主管同仁呢、啊，在上一次定期约到现在都还是原班人马哈、啊，这个是跟各位院理事先生报告。那观光处的工作报告在县政府的工作报告第51页到第57页啊，请各位院理事先生指正，谢谢。报告完毕。啊，接下来我们请防治所唐所长。好，我们等一下，我们请龙卫士吧。我们请龙卫士陈处长先。谢谢大会主席，议长、副议长、陈秘书长、各位议员、理事先生、各位媒体记者，大家早安。那农委处首先先介绍工作的同仁，那依序从我右手边是我们副处长林美珠，农务发展科科长李文林李科长，行销企划科郑英卫郑秘书兼代理科长，农民辅导科。张宏光张科长，农牧防疫科谢在郎谢科长，接续是林务保育科这个张景富张科长，山坡地管理科肖文正肖科长，水土保持科姚品俊姚科长。那姚科长是今年5月5号在农处这边来报道，那原本是我们公处的一个同仁来升任。那以上的话是农业处目前的一个工作干部。那目前的话，农业处的一个工作报告如列在现有的工作报告里面第59页到68页。那恭请我们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参酌指正。以上报告，谢谢。好，我们感谢我们陈处长。继续，我们请防治所唐所长报告。防治所报告。首先我们介绍所内同仁哈，那我右手边开始是我们的保护科廖科长，那接下来是我们检诊科那张科长啊，那接下来是我们防疫科许科长。那我们防治所的同仁没有异动。那有关于我们的工作报告在第281页到286页，敬请县那个议员女士先生指教。以上报告。好，我们继续，我们请农产运销公司卢总经理报告。谢谢大会主席、议长副议长还有陈秘书长。首先容我介绍公司的各位单位主管，右手边第一位是我们总务科杨科长戴经理，第二位是会计科江树秋江科长，接下来是业务科简宽宇简科长，第四位是行销科张永如张科长，最后一位是电载科林思明林科长。至于有关农产运销公司的工作报告，如列在我们县政府的工作报告第287到289页，敬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指教，谢谢。好，感谢各位主管的报告和介绍。咱今仔登记的发言的议员目前有七位。咱首先，咱请曾正仁曾议员，哎。咱议长、秘书长啊，议员同伴者啊，甲咱的这个第三组这个主管啊，咱的电视前这个观众朋友，大家较早，大家好。我首先吼来请教咱的防治所啦吼，防治所的所长吼，请起立就好啊。防治所所长，我咧讲吼，咱今所有的这个各科室的吼，搭一个科长啊，搭一个职称，拢写个真明确。啊，恁啥人拢惊人知吼？乱问啥？乱来的，了是机会咯。你这是惊人知咯？搭一个科长你哪有写？啊，是要炫耀？你来看，大家科室拢写个真清楚。干哪你装这含字何字的？你是要还你有效，还是你考场就歹做啊？你这个做所长就歹做啊？真正真乱来呢，无用心。我请教你，你这写这啥意思？人这读考试，我写得真清楚、真明确。啊，你装这问号的，哪一个所长过来考场考场三个？你是要装先做题哦？我你来答复一下，你啥意思？表示疑惑你啊，乱来，无用心。
答复一下，你是安怎让我来做这个工作？好，请所长答。谢谢议长哈，那谢谢曾议员的指教哈。那有关于议员手上的资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哈。你看，你这印的函是何时在搞啥？干了扣掉扣掉，啊是怎么扣掉？我们都有透过县府那个汇送资料过来。我讲啦，所长，卖变改啦，唔对，卖变改啦。是。你这白做消息真正都无，啊是要创只线索你不还了？大家议员要创的就还了啦，表示疑惑呢，无用心呢。你做这个所长，我感觉足不应该啊。那我做所长，我未像你个呢。做大家漂亮，爱有认真。啊，那唔对，啊，歹势，我都应无对，歹势安就好啊。你讲你解释，啊，唔是搞解释，乱来，无用心嘞。心情不美丽啦，刚看到你就心情不美丽啊，无用心。我跟你请教，我今日要问个问题，创只问号来，安尼要来问。这点是唔是有法度改进？好，这爱伊个改进，我请教你啦。我想吼，咱个。南投市内几啊位拢野狗真济啦，你用可比讲像信义街甲咱这个作书路靠这个吼，无妨啊诶，惠仁巷对面这个面啊，真正拢伊个野狗真济，啊，甲咱这个叫做英德高中边啊，遮野狗真济。我想要问这个问题，啊，你若创个大问号，我要来问，还是惊人问？惊人问你都歹来嘛，头路死死掉，等于苦困了吧？真正呢，我刚看到像这种情形，我看到不美丽啊！啊，我的答复，我该请教，请安尼，你要安怎解决？咱这个叫做这野狗真济，这废物人面啊，前尾嘛是要啊，看拢超十外只哩啊！啊，甚至汹汹走出来，人迄个过路人拢去哦，足甲安尼为吓过。啊，咱这个叫做因别高中遐野狗嘛真济。无这点，咱请所长吼，爱来个那个处理好些，这个做够无？我今日看到这资料，都真正都不美丽啊！人你看，不管是但是科学写到真明确，拢唔惊人知。今日你个打问号，吼、哦，你这点爱以后爱这个做改进，请坐。啊，我再过来请教咱这个做干部处啦，吼、哦。干部处，咱属于纪念馆的塔前这个吼，这个棒球馆这个吼，棒球场是咱的贵党的来给咱建设的，由当时就是咱的李馆长来给咱争取5000万来给咱建设。啊，我是请教讲咱土木科长吼，这个咱的建设处建设的嘛吼，那咱的干部处去的嘛吼，哈。好，建设处吼，好，建设处，我请咱的有关的科长甲答复上，达一工要开幕，吼，啊，甲答复一下，咱准备到三厅度开幕迄工，要做到三厅度，要隆重来甲开幕，啊，请贵党的因先康你来参加，还是安怎？还是有啥物？恁有啥物较好计划？那请咱有关的科长。我免请教处长啦，我想请教科长就好啊。因科长要问的机会比较少啦，啊，处长咱庄志顺机会真多嘞，吼。我请教咱的有关的这个科长。好，那请永山科科长答。有关于那个棒球场的部分，那现在已经准备执照已经快核发完毕了。那有关于邀请那个永宁基金会，就是那个郭董跟他夫人的部分，我们有麻烦教育处在跟那个郭董他们那边在联系。那联系完成以后会就是会跟相关主管约时间完以后就是会有一个揭牌仪式。啊，大约差不多什么时阵？爱搁看迄个郭董伊迄边遐的时间，以他们的为准这样子。请教一下吼，科长，你有什么计划要做到，要隆重到什么程度？就是会应该会邀教育处他那边有在讲说可能会邀请相关的棒球队来打球，然后会有一个揭牌的仪式这样子。安尼，只我哩讲者吼，咱即摆即个邀请卡吼，阮所有的37个议员拢爱通知。啊，通知的时阵吼，希望咱的邀请卡较早起来，因为即摆吼
一日一休吼啊，阮邮局的这个做限时批嘛，拢有算讲拜六礼拜有代是拢有假日都有休困，所以咱的各科室吼以后要寄咱的这些议员的邀请卡，会当尽量较早嘞，尽量较早个，卖讲吼像顶边的要做直接的这个桥通车电梯。甲临时临了，甲迄间要通车，甲迄早日来接到，这时间呐是咱有较慢行，咱啊提早行，拢会当真正周至吼。啊，请咱科长请坐吼。好的。啊，过来我请教咱这个做咱有关着咱啊内南吼，内南这个做中兴路这个做下水道这個，搭讲遮久啊吼，啊嘛是当时要来进行，啊目前进度甲三程度。那这两天啊，过拄着落雨呢吼，我的乡亲都呢穿脏做什么？那呢落雨都呢未食未困，啊就烧成卡电话来，讲今这个中兴路下水道是何时要来动工？我请教咱有关的科长来跟答复一下无？是不是下水道呀？我们请科长答。议长哈，啊，谢郑议员的指导，我们这个雨水下水道的进度哈。那目前因为去年因为这个经费有短缺，然后县长邀请跟立委哈来跟水利署跟营建署来争取这一个，大概差了快2亿的经费，因为这个案子总共工程费跟用地费哈加起来快3亿4千余万。那目前因为在前个月有科这边有上去跟营建署在开一个预算的争取费用，那目前有争取到那这个费用了。那目前的期程是今年会办整个用地的征收跟发价，那年底会发包工程的设计，那到明年会开工，那整个工期预计一年会完工。以上是这个关于中兴分洪工程的进度报告。我来感谢咱科长，科长你请坐啦吼。好，谢谢。你讲我做明年就会动工啊，吼啊，但紧缩啦吼，紧缩啊，咱若我做动工当中，也是讲伫施工当中啊，拄着困难，家联络阮当地里长甲我，拢会全力配合，会甲恁配合吼，为着地方的建设吼，啊你请坐吼。啊，过来我请教咱即摆即个做咱中正路，咱中兴中正路即来立桥遮吼。伫咱这要做内立桥桥卡车，即个内立即个大牌，用讲吼拢杂草丛生。我这两天我早嘛透早嘛去甲看吼，真正这杂草吼比大楼还搁悬啦。迄伫这几啊楼悬，用要拄到桥面来啊吼。这是不是咱趁些时间来勘察，爱来个清洁吼？规个内立即个大牌吼，水拢会去予即个。即个木草啊，甲即个竹啊啥吼，拢去互拆掉嘞吼。啊，希望讲吼，咱即个是毋是咱干部处遮，但是可处理的，嘛是咱干部处嘛吼。吼，干啊，但是可，吼水利可能你听起着吼，啊水利可能你即个吼，你捌去巡无？还是坐落办公室巡？年纪卡是找落较好。啊，你捌去巡无？我捌。卖巡吼，真杂草丛生啦，啊，拢真正悬吼。你请你排一个时间吼，来个看一下吼。啊，真正，这阳光吼比大楼我悬吼。啊，过来就是咱这个做这个中兴路吼，咱的中兴路对资料馆遮，甲这个公民邮局遮吼，这中兴路要做中正路。啊，中正路阁挂到中兴路，这两排即个做山啊，啊，甲即个菩提树拢阳光真正悬啊！啊，当地里长嘛拢多处你甲反映，咱是毋是谈这吼一并来个勘察，来个即个做一个修正，做代志做漂亮，安尼你看呐？这个会后我们就马上安排跟曾议员这边来会勘。好、哦，安。会看那金属了，你摸一个蛋糕，等下电机会刷了，哦，爱金属，爱做代志，爱明显，爱做漂亮，吼、哦，你请坐吼。谢谢议员。啊，过来，我来请教咱的农业处方面啦，吼、哦，咱的农业处，咱这个做民间吼，数十年以来吼，咱这个做
这个雨神吼，一直拢无在来处理，雨神拢这么多，啊，咱这造成咱这乡亲的不便甲民怨吼，请咱的农业处吼，咱的有关的科长起来答复着我。农业处，好，恁请科长答。跟增援报告相关的那个苍蝇问题，我们有相关的肥料补助，国产有机质肥料补助，然后呢也配合环保局做相关的生鸡粪稽查。哦，安尼，这里要做是不是咱边界方面啊？吼，这里鸡屎是不是拢咱都诶鸡屎拢这里要做清鸡屎，清鸡屎。啊，地主讲哦，做这个雨神会真正济吼，啊，希望讲咱的农业处会当那个督促，用个法规的这个计赛吼，啊，用有机的呢，才袂造成这雨神这么济吼。那个科长，你这点请敢注意，敢要紧一点。是。哎，做得到无？可以。可以哈，罗你来，你请坐。啊，过来我请教一下吼，咱嘛是咱一关干务处的吼，咱的半山派出所边啊，这个新市路这个吼，这条路吼，这是需要那个拓宽，因为差差不多300米左右尔。啊，伊的跨度预定地跨度大约差不多是10米，啊，这目前吼才4-5米尔，有造成这咱这里要做百姓的这个不便吼。啊，因当地的里长啊，甲咱这里要做这个乡亲拢多处伫甲反映吼。啊，咱这个要做咱派出所边啊新市路这个吼，是咱的干部处这个吼，咱排一个时间来个勘查吼，因为这嘛真迫切需要的，啊开嘛开唔成钱，开一个地库柜来当完成一个设备路是唔真好，这用讲何乐而不为，是对地方来讲，对百姓来讲嘛是做一个福祉吼，像咱这个要做干部处吼，干部处这个科长吼。再敢用心要紧的哦，一箱。好，我们感谢我们啊，曾议员。继续，我们请永达议员补充说明。谢谢大会主席哈，各位议员同仁啊，县政府第三审查会各单位主管哈，啊，咱电视机前关心咱观众的乡亲、时代媒体好朋友，大家平安哈。啊，首先针对着咱张议员拄则所讲的，咱这个建设处哈。如果讲咱棒球场完成的时候，要来邀请吼，甲大拢总无什么进度吼，敢若两届伫咱遮咧讲要安那开会，要安那讲尔，已经顶工敢毋是已经都去验收咱这个啊这个书脚，特别来完成啊吼，李处长，你简单回答一下吼。我们请李处长答。主席、何议长啊，谢谢游议员哈，那个跟议员报告一下哈。棒球场的竣工跟验收在进行，验收这个塑胶有已经完成了未？剩无障碍部分，应该这月底左右应该完成。啊，好，你请坐吼。过来，咱这个云山科这个科长吼，你讲什么的完成？啊，你即卖当时甲建设处甲咱教育处，啊，甲咱这个啊，咱的县的咱关的体育会，即有啥物联系？有啥物开无？我请你回答一下。请科长答。不好意思，可以在什么时候要联系？是不是？不是啊，你即卖已经将这个问题要开幕典礼，还是讲要邀请啊？咱这个啊，捐捐赠的咱这永宁基金会贵党的人阿婆，还是讲要邀请什么人？还是讲要迄天活动要安怎进行？你即卖进行到多啊？我们这个部分，我们已经有联系那个教育处，请他们去邀请永宁。你是怎么样？搁在联系啊？是有开始在规划啊？但已经迫在眉梢，搁在联系。你是在看？有联系了，然后那个邀请卡也在制作当中了。制作当中啊！你怎么联系那个流程呢？刚好一起在讨论。他们。二三，你请坐了。总主持人先叫过来讲。南苏来呢？这这么天大的代志，这么好的机会。听我过来，甲咱一个啊，真正好的这个慈善会，包括咱台湾的首富，听我来甲争取经费的这个机会。唔好啊，来规划好啊，来讲啊，干那底下来学啥？总是顺的顺，你只甲传得好嘞吼。过来吼，咱这个啊，咱公务处吼，处长，你这阵啊遐辛苦，我咧想讲吼，咱内底，咱的稻养好好只吼，
才有真多的这个业务吼、哦。所以讲，咱有一个每一个承办拢负责规乡镇吼。我即摆想要了解一下，我请咱啊，道养科这个科长哦，徐振良。咱南投民间这个负责这个吼、哦，南投县南投民间南民间，因每一个人负责乡镇有几乡镇。我们请科长到。跟议员报告好，一个同仁大概负责两到三个乡镇。是啊，爱两到三三个乡镇，听迄个伊讲爱负责个个性甲仁爱，啊，这安尼是要叫伊安那业务安那做？像阮这区十个议员呐、啊，特别去会勘要看这路的，都爱伫遐等到要死。这到底是啥物经营？啊，做毋是拢替县政府在做，替恁在赚钱呢？乡亲需要，甲恁建议，啊，恁卡小创安尼是要叫这个议员听，你遐等恁安尼哦？这敢无法度搁补来？跟议员报告好，我们现在就是主要是先补这个正式职缺的人员，因为目前科里面的技师都只剩一个人。啊，我们目前上网的部分有两个技师，啊，等到上网都征才完毕以后，是不要多一个负责一个乡镇了。结，你想办法嘛，跟他报报报，我做议员，跟他做十一年啦，自头到尾都拢安呢。有当时啊，人咧赶紧的，咧工课吼，特别来看，看到实在有影吼，要甲邀，要来甲招来的时候，你讲伊伫国信伫倒位，啊，这安尼是要安怎叫伊来？啊，大部拢爱处长处理，不然咩？处长不活死啊，是毋是安尼？啊，我阁喊你叫你处理，对无？这你拢无咧想办法，敢若是咧做啥物工课啊？工课虽然真多，但是这点恁都爱紧来甲补足，互恁家己毋知毋免啊。遐无闲讲安尼，遮议员敢若伫遐咧听都听无，即个要来会勘，是毋是安尼？你请坐啦，请坐啦，总主席先生，再过来你甲传好咧啦。遮人你看，处长要安怎研究吼？看要安怎过来聘请，是要来去啊招考，还是讲要来，还是讲要来请约聘雇的吼？我听恁爱甲即个人员尽量的吼，爱来甲补较少的。请坐啦，你请坐啦。谢议员关心。过来就是讲，阮总书记呢，再来，我先甲咱农业处讲一下吼。咱啊，迄阵啊，咱咧有顶个会期方到执行这个咱这个啊农业外劳的问题吼。我想你应当啊，那我总书记呢，就一提出计划吼，快当咱来下，咱请咱的立委，也是请咱农委会吼，爱来，看是办开放，也是讲啊，咱这个外劳劳工吼，兼农务外劳农忙的时阵哦，通来申请。因为我知影这个问题真多吼，你农忙的时阵无一定的时间，咱外头啊申请来，啊因若无咧农忙的时阵，唔知啊见何水何状哦，所以讲是咪当研究一套讲身兼啊来帮农，啊是咱咱工业区遮外劳吼，通啊互因会当来另外做着这个农从事农业，互咱农民通啊申请的这个啊一个办法安尼吼，吼、哦、组长，安尼总之是恁再过来讲啦吼。哦好，我们感谢我们啊刘议员，那个我们农委处我们陈处长，针对我们刘议员所提议的那个农业的外劳问题，你怎啊像你一日一休，你怎啊像再一挂外劳，普通你像南投咱干有一挂外劳，时间暗时啊，还是伊要用过去进前啊，未一休的，伊要用去别位加工费用，暗时啊，佫用加班赚钱。你讲一休一日就做啊，拢袂使。啊，即马毋是这個问题，虽然严重，也过拄啊啊，咱有员咧讲这农务，你像咱竹山六国民间也好，哦，信义人来这边，你甲像满地基找何工，即马拢遐可能迄工，我有看报纸啊，嘛有见个嘛有迄移民署去竹山掠啊。三四十个外劳，因遐人爱外劳，因较认真做，啊咧慢嘛较紧，啊即下无咧地基教吼，拢积条无在后慢。即管路应该用即种模式，咱合法咧管路一小一里嘛无要紧，咱管路应该看用专栏，管路要求农会看建议，甲农会看用农会来申请，就是用电农会来申请一个时间，看慢地时间，看一个月两个月。针对这引进外劳去来办嘛，无要紧啊，啥袂使？这种专栏甲中央讲啥袂使？无管路嘛，应该这嘛听我准这个，这种我拢听我做个工课啊。
啊，你嘛放好遮个农民，安尼地农安尼画一个收，有当时啊，佫落雨，明仔载落雨，今仔无收，明仔落雨就下去安尼。即恁都管路用是甲农会看是，叫因去各农会像有需要，农会登记啊，用看咱用管农会，恁管路对哦，辅导用管农会落去申请。对哦，一边看两个月，这两个月期间内看要哦，两百个、三百个啊，分配给因各农会哦。这都听我做的工课拢唔做，你处长，你农业处你待偌久啊？打扰一下，谢议长。目前到农业处这边任职3年8个月。从那我唔知道，怀疑啊，谁啊去做叫你去做农业处的处长？这问题我感觉你都南投关这农业问题，我感觉，我拜托用心看嘛啊！你甲想啦，这地农大家实在地种甲艰苦种，哎，用本钱落去，用肥料啊落去种落去顾，顾甲好要采收的时阵，对啊，啊拄到一下落雨嘞，要抢嘞，要落雨嘞，地你都知，对啊，只要落雨落去，地慢起来，地迄个品种。要生无工通用，按管路都农业处主办的，啊，就规工安那叫下下，啊，就一直过就好啊。政府本来伊无叫恁，无叫恁斗三工，对哦，慢到新产区了，含因无工人通用，啊，你管路甲恁建议，恁若规工干安呢？无法度，你这应该可以的吧？对哦，我看一个窗口，要甲农会、管农会，也是甲。各地区的农会协议看嘛，看因需要当时需要满地期的时间，看两个月时间啊，三个月时间，啊叫因来登记，看各做一个农会要用偌济人，咱专人来申请，或者有法度通办，啊无迄地实在讲，还种较艰苦一寡，本钱遐济落，迄办落也无咋办，迄办两工办地就粗起来啊呢，地就歹去啊呢，所以我希望已经几啊年啊，干这满地啊，即马无法度。像警察抓交通也好，你嘛载较侪人去哩，警察咧抓，当然的啦，为咱袂使讲叫一定违法，咱袂使。然后你载车，一台迄货车，落去改用坐10多个，万不哩发生伫山顶山路，万不哩发生代志，对啊。啊，所以这咱应该甲解决的问题吧。哦，处长，我拜托你好好去考虑这个问题，这个绝对会用处理的工作真单纯呢。我感觉都唔咧唔做，在管路有当时啊。无采恁馆长啊，规工啊，曲曲撞，撞甘如效，下骹无人要做，啊，顶馆你就撞甘如效呀。哦，处长针对这个，你伫这回村啊办了吧？当然，你的进程你甲我建议，看要安怎处理，一个甲议会报告，好不好？谢谢长。这办地的工人的政策合法，合乎因办地，因遐遐地农有法度，有工人来办遮地，好不好？谢谢议长，那这个部分包括议长跟议员所经营的部分，我们会会诊各农会目前的一个季节上的一个需工的需求，来向农委会这边来争取农委外岛的一部分。恁有做，恁有咧做，哦，地农，迄咱无话讲，卖让地农真是咧找无工啊呢，好不好？要拜托一下啦，好不好？谢谢议长。哦，当下地进程要办，当下地进程一定要出这个问题，给他解决了好，好不好？要拜托一下哦。感谢我们陈处长，继续我们请陈进平陈议员发言。啊，议长，秘书长哈，啊，本会同仁哈，啊，议员同仁，啊，我们第三审查小组的这些处科长哈，啊，及各位官员哈，电视机前面的这些乡亲及媒体记者哈，大家早安，大家好。本人哈有几个问题哈，想请教农业处的这些官员了哈。咱拢知哈，基层农会改选哈，至今已经经过3-4个月了哈。选前选后哈，虽然竞争很激烈了哈，在选前选后的时候，有些候选人及当选人哈，产生很多资格的疑义问题了。时间已经经过这么长了哈，但是县府农业处这些官员哈，你们不能勇于认识哈，啊，还整日这些
纠纷中哈，不能当机立断哈，本着主管机关的前责哈，马上将这些问题解决哈。本席哈对这些事情感到遗憾呐。我们知道草屯镇农会哈选举完以后哈，有些当选人哈这个资格产生疑义了，但是在县府哈农业处的处理当中哈，已经拖了接近一个多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你们相关的这个处分措施给农会了，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多的暴力事件，跟农会的这个资格异议了。我想请教农民辅导科张科长，我请问你，农会那两个理事的候选资格到底有没有资格？请你答复一下，争议的那两个理事。好，请科长答复。主席，委员，那针对就是说，草屯镇农会的那个吴明崇理事跟那个洪荣灿理事的这两个理事的资格，那在这部分的话，就是说要做一个报告，说那个我们是在三月三十号之后就有成立了那个106年立事改选的一个理事资格检决专案小组，然后在3月29号的时候有召针对他的资格有召开那个专案小组会议，那其中就是吴明崇理事跟就是他的土地是不符合的，那他是不符合农会理监事的一个候选人实际从事农业资格的一个审查办的规定，那另外在黄荣灿理事的部分，他在3月31日的时候有提出他一个申诉，然后在4月10号的时候有在召开第二次的一个复审会议，那根据开会的内容的话，因为黄荣灿理事他的一个那个农舍部分他有做一个那个KTV 的经营，所以他在整个审查下来的话，就是他也是不符合农会理事候选人实际从事农业资格认定的一个审查办法的规定。那目前吴理事跟黄汉理事他们的一个就是那个资格部分的一个撤销资格部分，我们现在目前已经在签办处理中。好，来啊，我跟你请教一下哈。你已经会开遐久啊，开耍吼、哦！你第一日你拄正讲吴明崇理事，他确定没有资格嘛，对不对？你已经确定嘛？他的面积跟他的那个农地两样都不符合资格嘛，是不是这样？第一次的这个审查会的时候，你们是不是确定他已经没有资格？你敢，请你答复，因为他吴理事的部分啊，他的那个北投段的408地号的部分，他因为有等于说不那个建物是未申请核准的，所以他的那个扣除掉这笔的农地土地化，他的那个理事资格的那个土地的面积是不符合的。你都这样讲哈，扣除他违建的部分，他的面积是不够，是不是安尼？是。哈、哦，你安尼讲嘛哈。好，麦高做他的另外的那几笔土地都不符合实际从事农业资，啊、哦，实际从事农业任用资格，这你知啦。我想你1200嘛，对不对？第一次审查会他的资格，你们已经确立他的资格是无效的，是不是这样？在审查会的话，是他是不符合，是不是这样？哈、哦，好、哦、不符合了哈、哦。我那一个讲，好、哦。确定不符合，请问你他有没有申复？他有没有提出复审？吴理事是没有提。好，后这是不是确定他已经没有资格？啊，到今天多久了？你们这个还在那边推脱？这个部分要跟议员做报告说，因为基本上
当初。卖讲基本啦，有基本上啊，基本是安怎？你先讲话听，我甲你问。讲他已经确定没有资格，你为什么不发文给草仑农会？你怎讲一般选举，还是讲公务员的这个服务法确定没有资格，文道生效，开会完以后你就应该马上给他文。啊，你现在跟他推脱到今天几天了，你这个文还不发出去，你到底你是尊啥信？你是受到压力吗？还是不能保持行政中立？要跟议员做报告说，基本上现在我在处理这件事情的话，都是以依法行政保持行政中立。啊，依法行政立，杜家都已经讲啊，他也没有申入，已经确定没有资格了。为什么你不发文跟他撤销资格？我要给你警告这個。因为当初的你是存什么心？因为你要够理由。是没有，因为我你啥理由？你讲话听者，话甘弯者嘞。目前五里市的资格部分也在签办处理中了。无啦，签办处理中，有资格就有资格，无资格就无资格，现在还搁签办处理中。伊连信号伊都无甲恁信号，你是受啥压力？还是你要行使？跟议员做报告。你们依照公务人员这个服务法还是？人民请安政的这个行政程序法，你拢无嘛？啊，安尼我跟你讲，你当我农民辅导科这个科长，你是在干什么事？经过多久啊？哦，我先跟你讲，我跟你等，看你要搁拖多久。好，第二项，你咧讲另外一个，伊跟你孙女没有资格，没有资格，你就是不能用伊认识嘛？你唔才有去请示农委会，干唔是？有没有？你有没有请示农委会？在红山理事部分，我们是有跟农委请申请函示，那农委会的函示也有下来。那目前也整个案子在前半程中有下来了哈。啊，整个案子在签呈了哈。来伫大会先哦，我再叫你把相关的资料你提发，看农委会什么时候问给你们。啊，恁咧签呈要签偌久？你才甲我讲，这个公司到底要办多久？办到这个解除完毕啊！我用甲你讲，草屯镇农会会员办几个，存款150几亿。如果你让这个里政事不能正常运作，让农会再产生暴力事件，还是发生挤兑的时候，这是真大的这个金融事件，因为。农会会员如果无信任农会，对农会这个纷争一直都没有办法解决。我相信会员万一发生对农会无信任，产生挤兑，政府你们这些主管官员难辞其咎。我跟你讲，我是希望啦，我是希望说你能以最快的时间。有资格，有资格，无资格，无资格，无资格，敢讲理由，对吧？讲多吧，没有资格，什么理由？你跟人家写了1200字，根据什么法令？但是我要跟你讲，我希望你依循农会法、农牧法，你不要一些拿什么农法条例、农法条例跟农会法根本是两码子事。你拄则都要讲啊，讲扣除他违章的部分，伊无甲细分。啊，现在那个可以扣除违章部分，别人未使扣除违章的部分还有四分。法令不是咱老解说，但是我希望讲你个无资格，是安怎无资格？一清二楚，写清楚。不要紧，有资格没有资格，你当机立断，不要再推脱，好不好？我跟你安尼讲，会使吗？是，谢谢议员。可以吗？我问你，张国长可以吗？谢某会依法来行。我在你依法了，我问你这个时效问题，我不是说你不依法了。公务员那样不依法，不依法就离开官啊啦。百姓不依法，买离开官还搁公务员。我知道你会依法行事了，我请教你最快的速度将这些事情纷争平息，可以吗？可以是。好了，请坐。再来我。请教一下这个政策处理事长哈，今天可能你知道了哈，
9:30在草屯会举行第28号道路那个公听会，第二次公听会了。市长，这件事情你知道吗？政府有没有派人列席？今天早上9:30，釜山路啊，28号釜山路拓宽工程举行第二次公听会。市长你知道吗？我们请理事长答。谢谢大会主席何议长跟谢谢简议员哈。28号道路部分，其实他当初在后面都计要变更的部分是属于建设处，可是现在后续的工程的执行部分，现在是公务处在执行。好、哦，安来好，那对不起，那请那个公务处理事长，我请问你一下刚刚这个问题，你知道吗？今天，伊讲即卖遐个不是公务处，我请理事长。谢谢议长，谢谢简立言的指教。今天那个草屯在开28号道路，他没有公文给县政府，公务处没有收到公文。所以我今天我想了哈，我们在座的议员哈，今天都没有去了哈，可能哈因受文欢啦，干明天接到我，哈因为文欢啦，啊，我想这个哈这一条道路哈，哦刚刚你有去了哈。争议应该很多啦，因为有许多百姓嘛哈，在上一次第一次公听会的时候，他们就有提出很多问题啦。啊，我在想说这个问题哈，县政府都没有派人，今天有没有派人参加？今天没有。对呀、啊，哦，第二次公听会，公听会完就要开始征收的作业嘛。哦，我想这个事情，百姓既然已经有在反映了，站在我们县政府的立场，应该是要派人参加，而且要将百姓反映的意见带回来，不要再发生第二次的那个大埔事件。报告议员、他们假如正式公文给我们，我们不晓得今天开会啊，事后我们会派请我们土木科长亲自到那个草屯政工所了解整个开会的情形。假如民众还有意见哈、第二次公听会不是结束，还要继续开到3次、4次。到民众没有意见为止，不是两次就结束了。这想了哈，我想了，这议长哦，议长，我们这个哈、管政府出钱啦，因为这个28号道路，咱这工程配合款有县政府有分担嘛？我们县政府负担5800万。对啊，县政府既然有负担，那又事关民众权利，竟然县政府不知道。而且没有派人列席，而且我跟你讲哦，目前对路线还有所争议，啊，依我所知啦，路线要改变几乎不可能啊，因为那是较早都是计划已经划定的路线，但是咱讲起来有人去遐听听咧嘛，干唔是？哦，所以我看这个问题哈、咱卖讲伊无甲咱通知，咱就结外挂啦。不会，我想我们还是我会后村去了解，去了解一下。因为我亲自去公所处理。开会，即马都开始要进入征收的这个类，但是我知影有10几个百姓，目前为止，拢还无同意哦。我今仔我是无去参加啦，因第一次的公听会，因都已经有把意见提出啦。啊，我是希望讲吼，咱县政府一定要派人，啊嘛去了解一下，到底这个工课是。发生伫搭，他们希望将路线别移啦。啊，我咧甲想啦，路线要移动的这个机会可能不大啦，因为这已经第二次公听，因为第一次公听会都已经有发生啊。但是讲到转来啦吼，咱过去要做这个都市计划是用公告组织尔啦，遐百姓你拢无共通知路线，所以他们真的不清楚啦吼。我希望讲你陈处长，你关心一下这一件事情。好，没问题，谢谢。好，我们感谢我们陈俊廷前院，继续我们请赖杰来演话。好，谢谢议长哈、我们第三审查各单位主管、议员同仁、记者媒体女士们，大家早安辛苦哈、今天是我们第三单位的主管列席啦，那第三单位有我们的建设处、公务处、观光处，还有我们农业处，还有我们产销运输公司。我想这第三小组的扮演角色相当重要，尤其是在我们
南投县整个基础建设，包括我们的建设做得好，观光人数才会进来，我们的农产才能够行销出去，所以这整个连贯性的脉动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不管是横向联系、纵向联系，都要做好沟通，才能做落实的把地方建设做好。所以我就针对这几个问题来请教一下我们那个公务处了哈。我记得那时候溪头公车是我们的交通科在承办，也跟你沟通很多次了。因为昨天跟前天的第二小组，大家在讨论我们溪头免费公车，县政府县长的德政，但是仿佛是看到说我们南投县民要上车的这个乘坐的位置都不够，所以从去年到现在，整个框列预算是6500万，用到现在在溪头公车免费搭乘这个专线的部分，经费是没有用这么多。我想要请教科长一下哈，我几乎说每个礼拜都去那个公路总局看这个搭车的状况，你应该调我们公路总局的整个搭车的记录，哪一个班车是坐满的，哪一个班车是没办法上车的，包括中兴新村、草屯、南投这个连线，很多县民都搭不上车，很多是外来乡亲、园林外乡镇的游客进来搭的。所以天气渐热的时候，我希望说科长你能够调整我们的班次，尤其是彰化客运总站就在南投市，竟然没办法从南投市的总站来发车，我觉得是非常的匪夷所思。所以希望这个会期你马上做一个沟通，是不是能够加开班车，在8点之前能够多开2班从南投总站来发车，解决搭车不足的一个困境，有没有办法？有没有办法？请科长答。报告议员，那这部分我们已经有近期会邀请那个客运业者，那也会邀请议员来针对这个班次还有这个时间来做调整跟讨论。我想已经那么多个月下来，你只要跟我们的张客拿资料，你是可以看到说哪一个班次是客满的，也不用再什么协调，你就光是那个报表啊，管理的报表，你就知道效率好不好啊，拿出来一看就知道要不要加开班车，要不要从南投市区发车，这么多山友的反应，也不用再一再协调，啊，一天过一天，一日过一日，一月过一月，现在已经进入夏天，根本车都不敷使用，那这样子县长的德政呢，被打了折扣，大家又出去骂来骂去的，有什么用？是，本来是美意变成不受欢迎，这样也不好啊。我相信维华议员也跟我一样的心声，中兴新村多少人搭不上车，南投市多少人搭不上车。这就必须要去检讨，不要说议会期间再来检讨，通常一个月两个月晚你就要马上做这个评估报告，好不好？我希望马上看到成果，南投总站能够发车。好，谢谢。我总咨询会再跟你探讨。再来就是请坐，我想要请教一下这个公务处长，最近我们南投市区我们的示范道路画人行线这个部分，你在中央争取这个经费到底是多少钱，这个计划名称是什么？处长你简单答复就好了。让你简单答复一下。谢谢议长，谢谢赖议员。有关这个计划是叫做市区道路人本环境计划了，这是营建署核定的。它原来的经费多少？经费总经费是698万。好，我再请教处长，你认为这个画人行道的这个人行线，你个人的观感，你觉得满意吗？以我们政府的立场，这个是全省统一同步在实施的一个人行道的计划了。因为处长，我只问你个人的观感，你亲自去走了以后，你满不满意你划线的人行道使用上是不是完全符合人性的管理？你满意吗？在南投市的话，实施来是有一点点不太理想，这个地方我们会改进了。不是一点点哦，最近一二小组，我们每个议员都在反映，市区的议员都在反映，不是只有拿到690几万的经费就很高兴。一个错误的政策，我们要牺牲更大的代价，人民造成更多的不便，你们去反映这一点，不是像几十年前我们盖了一大堆蚊子馆，投入这么多钱，但是我们得到的效益是人民反对的声音，你应该马上反映才对，而不是这有符合人文 观感吗？是哪一点是符合人文观感？你跟我讲是哪一点符合人文观感？急修这哦，议员建议的要做要够足多拢无法度走，你把这将近700万的钱就这样子随便画一画，而且画了人建议了，
你抛除了，你搁再话，多少议员都不满，住户居民出入都不便啊，还造成警察疲于奔命，人家检举他还要去开单。我觉得事出总是有因嘛，你既然公务处拿到这一笔经费，你要看看衡量是不是适合嘛，在地性嘛，适合我们来画这个人行线嘛。我昨天亲自去走一趟，还有很多地方一个人走都嘟嘟后，哪有什么人行线可以适用的，违反人民的这个使用道路安全规则。我希望到此为止，尽量通盘检讨，要改进的就马上抛除，不要造成人民的一个不便。处长有没有办法？没问题。假如说这个划设以后影响民众的，我们会马上改进。啊，这个整个计划假如不合适，处长，我们南投建国路啊，我们什么御景街啊，您有没有亲自去走一趟？包括中区一廊前面那市区那一段，你有没有亲自去走？所有的人行道全部是机车、脚踏车在停，我没有看到人行道是人在走的，人行道全部都汽机车在停车。哇，那都真的了然啊呢，钱红感觉伤济啊呢。难道管政府嘛无法度安尼做的呢？原来的美意是希望让给道路让行人道有专用的行人来走啦，但是因为我们在整个好、哦、没关系，对于这个整个人文计划的案子，马上喊卡，不要再画了。没问题，我想你再画下去，你的问题会更多，好不好？好，我只是反映我们的民意。好，好来，根据整个今年度的三月份主计总处的一个处长，你请坐，主计总处的一个报告，南投市每百人用车辆是全台湾第一位。我不知道听到这个数据是要高兴呢，还是要悲哀？我想要请教观光处长，以我们观光的角度，我们一直在讲。灯亮路平水沟清，在我们的道路上呢，没有一条是平坦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用车率全国第一位，这表示什么？我们走出去搭公车不便捷，我们走出去没有公车可以搭，没有捷运可以搭，没有铁路可以搭，我们的公车的运行不是那么普及，所以每个人出门一定要有一辆车代步，是不是这样子？那假使是这样子的话，可能假日车满为患，包括现在我们仁爱乡的天空步道马上实行以后，可能就是道路都是塞车停车场。根据这个数据的统计，我实在很担心。那这样子怎么拼观光？观光交通不便捷怎么拼观光？观光处长，你认为这样的一个数据对我们拼观光有没有帮助？处长，你简单答复就好了，有没有帮助？我们请王处长答。简单答复就好了。好啊，谢谢主席议长哈。那谢谢议员关心南投的交通跟观光的关系哈。那的确是南投县幅员很广大哈。处长，我只问你说车这么多，公车不便捷，我们的公共运输系统不足，所以每个人才用车量这么高。那这样子的话，拼观光可能是很危险哦。假日都是塞车的，是会有影响。所以根据这一次的整个前瞻计划，我们南投县也好像很少拿到经费，包括公共运输都没有，很少。所以我是很担忧，包括这一次的天空步道马上要完成，开始实施了，你的停车场也没有做事先的准备。我这个总咨询会跟你探讨，我只是在凸显说，以这样的数据的话，我们南投县要拼观光，可能是难上加难，包括。背包客、外地的游客要进来南投，更是雪上加霜。你请坐，我再请教一下公务处长。处长，你跟我讲一下说，你在担任处长这段期间，你走访南投市就好了。你给我举一条道路，南投市哪一条路是平坦的就好了。你跟我讲一条道路就好了，几条的后啊，哪一条是平的？完全，处长。处长，哪一条是平的？谢谢议员，因为。我们南投市哈，在整个政府推动下水道建设，几乎每一条道路现在都在进行所谓的下水道的那个推进，所有都挖。好，没关系，就算下水道工程在做，我们情有可原。在下水道施设工程的同时，我们的安全措施也没有做得足够。光是南投市发生几起车祸案件，所以这个要建议县政府。不管是哪个得标的厂商，在做下水道工程施设的同时，你必须要把安全措施把关做好。
哎，请了头位呢，做到这就围到这，警告标示就是头前尔，开车开到头前拢袂有刹车呢。前阵子还这样子拖车被撞的，拖了几公尺。这一种管理的配套，你们的基点分数，你们要去做评估。这种厂商要多加管理，要不然这种工程品质这么差。所以你的意思是因为下水道工程，南投县没有一条道路是平的，这我可以理解。但是没有做下水道，南投市还是没有一条是平的啊！你跟我讲彰南路最大的那一条路，彰南路 ，kiki 口口，东敏路，即使现在已经铺设好了比较好。我们的平和信义街前几天县长去会勘，因为现在要封城，整个下水道工程好了，所以县长要马上做铺陈。你知道那个是连接我们华阳路、我们主持路、三叉路最重要的门面，我们那一条路住户最多，学校就在附近，上下班车辆真的是车水马龙，到现在才要铺设，铺设以后会不会再开挖？跟赖员报告，这条路铺设以后，大概四年内我们禁止所有的管线单位在挖。四年后，因为我们还有用户接管，所以必须再挖道路两旁。好，那也借这个机会跟处长拜托一下，我在好几次的总咨询，我提到我们的统一挖补中心，因为到现在就是没有落实，所以以至于每一条道路都是坑坑洞洞。南投县的道路品质要是不会好的话，我们的观光客游数不会进来，交通不便捷，加上道路不安全，我们的产业没办法出去。我想这个南投在拼观光真的是贻笑大方，不是跟他拼数字而已，要拼有感。我们常在讲国者人之基，仁者信之器，政治的兴衰在乎人民的感受，人民的感受最重要，所以把道路路评做好好不好。我希望处长，你新上任的处长大有为，能够有新的改革跟方向，希望能够带给南投县的道路是平坦的。 好，这一点是拜托我们的处长。好，谢谢，没问题。那还有一个案子是要拜托一下，就是我们五育中学的整个观光工厂计划是在建设处吗？还是农业处？观光处。好，那个处长，你说在建设处齁？处长，你说我请那个建设处长一下。我们的五育观光工厂目前停滞这么久了，有启动吗？今年中央的经费有挹注吗？处长，你简单答复一下。请李处长答。谢谢大会主议长，谢谢赖议员。那个望来园区的部分呢，本来去年底就要进行实质的开发，但是受到台糖的土地政策的影响，然后它的相关的土地本来由协议架构的部分改为租售，租赁的方式，然后在今年4月28刚通过他董事会的部分，我们后续会办理签约。那整体的经费的话，是整体开发经费与土地作价、售价、房地做摊提，所以没有中央。那笔经费中央不是核准了吗？中央没有核准经费，完全由县府跟开发这位土地开发。我们整笔经费多少？整个案子的话，预计开发经费18亿。18亿，今年有开始在动吗？目前的话，同时进行三个部分，一个是土地的协议架构的部分。第二个有关工程预算书的审定部分，第三个跟租售计划的部分的，所以都还没动。应该是讲跟台糖土地签约完以后才可以动。那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台糖4月28通过的部分，5月底左右他会再开董事会，他会先把土地使用权同意书先给县府，然后后面再做签约的动作。好，我希望说这个脚步加快，整个观光工厂的开发能够带动地方产业，包括我们的观光，包括我们的休闲，包括附近我们的望来休闲园区也即将要成立，好不好？你请坐一下，我请教一下农业处长哦。处长，我们的望来休闲园区，我们现在目前整个南投县休闲园区开发的个案相当的少，苗栗县都已经饱和了。那在这个望来休闲园区在开发的这个成立的同时，必须要有六个农场。我相信说，在整个六个农场的设施呢，碰到了瓶颈，也希望能够多协助我们望来休闲园区的开发，让他们的进度能够顺利，好不好？这一方面可不可以？我们请陈市长答。谢谢议长，谢谢赖议员。议员在所提的这个部分，因为目前的话，县内是有13个休闲农业区。那南投市在前就今年，那地方的话，因为希望能够透过这个休闲园区的一个提报，那因为最新的农委会的一个规定里面呢，在休闲农业区有6个。我的意思是说，
整个南投县十三乡镇，就因为南投市是民宿法的绑约，南投市是民宿法不民宿不能盖嘛。我们透过休闲园区的一个成立，我们可以推动我们的民宿，推动我们的产业跟观光。我希望说这个部分你能够加旁协助了，好不好？让我们推动能够更顺利。跟议员报告，这个休闲农场这边有需要的话，我们来协助他们，包括计划的一个提报。那目前现阶段可能就是要先有这个农场的一个计划的一个审核通过。好，谢谢。其他的总咨询再请教大家，谢谢。继续，我们请洪明科洪议员补充说明。感谢咱议长吼，伫这里来延续着咱罗议员吼，出一个问题吼。伫这申请到着咱干部处长吼。这次呢，恁真正用心吼，对咱人本基金会吼，恁摕到这个行人道、人行道这个基金吼，恁总共是摕偌济？甲人本基金会这个啊？请陈处长答。谢谢议长，谢谢洪员的指教吼。这个总共经费是698万。即摆摕，即摆会用行无哈？那如果政策唔对的时阵咧，对南投县咧，对南投市民咧，无有利甲害的时阵咧，这个基金会用行无？是讲一定爱做，不管对啊唔对，只要危害到南投县、南投市的百姓，嘛是一定爱做，是不是？你甲本社会答一下来。改元报告吼，这件在事前我们没有做一个跟机关沟通、跟民众沟通，这是阮干部处的错误啦。以后类似这种问题，阮会甲地方充分沟通。好啦，但是即卖啦，我听着讲恁即卖本月19日啦吼，19恁就要发文啊，恁就要发文，一礼拜当时恁就要实施啊。如果咧，这南投市的百姓反应到这么歹咧，恁就一定要坚持要做咧，是不是会害到咱林县长的政策？是不是害到林县长的民调？恁爱说，恁爱讲好嘛，恁爱想好嘛，对的恁来做，唔对的。较济基金无哩，你嘛无效啦。南投市的街路哩，拢总是真正细条哩。恁一条一边甲画人行道，一边甲画白线。即摆就白线的时阵叉车，人行道的时阵阁袂用叉车，袂用伊讲车辆歪呢。即摆所以即摆南投市恁所画的所在哩，拢变作单行道啊。连一台机车甲轿车要相闪都无咋相闪。安尼咧，人行行伫人行道敢会安全？绝对袂安全的啦，一定会造成更较大的危险啦。过去啦，恁无话的时阵咧，所有的行路的，拢民众一定行在路边的路边。恁甲话安尼咧，因就用讲啊，行伫遮真安全，会弄死啦！我甲你讲实在的啦，恁有承认恁错过无？即阮即个事先的评估无够啦，即阮的唔对啦。即摆咧，即摆要来解救，会用会掉无？无，即摆。到这为止，阮无要阁做新的啦吼。旧的阮来检讨，真正啦不合时宜，无下阮划掉啦。对啊啦，我跟你讲啦，我听到是拢无一条会下的啦，真正啦，因为吼，处长，恁的用心咧，恁去共摕基金、共摕钱来咱南投县，这是一件真正好的代志。但是咧，钱摕咧，爱划着所在，爱为着南投市民、南投县民好的所在，咱甲用无要紧。但你为这人行道。会真正造成嘞交通的不便嘞，尤其嘞会害死着南投分局、南投派出所开红单开袂利嘞，你知无？这我来检讨啦。所以这点问题嘞，今日本社伫遮，甲咱赖议员伫遮嘞，一定强烈反对嘞。为着咱南投市民的安全的好，就一定强烈反对。这点你一定爱思考好，甲公布吼，拜托你啊。应该，我未阁做新的啦吼，旧的做好，我来检讨啦。好，你以上报告。阁一件代志吼。咱内底咧，咱干部处内底，咱这同仁，大家拢真正辛苦，无唔对啦。但是咧，拜托恁，在辛苦的后壁面咧，工课甲要做啊，出力就莫怨天怨地啦，吼，出力莫怨天怨地啦。有当时咧，阮这民意代表咧，我嘛是真爱去麻烦恁来甲阮看工课啦。但是拄到工课，无要求恁要要求啥，大家配合多咧，拜托咧啦。较理想一撮啊，较欢喜甘愿的啦。为着南投的百姓哦，咱大家来认真来拍拼啦。为着林县长的政策啦，唔通诶，林县长做干呢？恁伫阿边只阿舅后脚舅干呢？阮这议员讲较歹听嘛，受着百姓的劝托啦，唔是讲阮真爱去做工程啦，对无？麻烦恁啦，
啊，麻烦讲你的部长哦，真正大家用心来拍拼啦，到要出门啊，大家欢欢喜喜，吼、哦，卖你啊，激一个面也好，后壁过去讲话也好，吼、哦，是毋是这点你甲麻烦你对你的部长麻烦者好不好？好，没问题，没问题。好、哦、啊，再来吼、哦，啊，我简单问着咱防治所吼，咱的所长吼、哦。在即站吼，拄则咱张议员也讲咧，流浪狗、流浪猫是足济啦。尤其咧，咱流浪狗吼，有遐动保基金会吼，你甲因保护，讲拢袂用，拢袂用定甲定价，迄是无要紧。但是因佫摕物件去甲饲，饲了规班，佮来咬人，佮来捉人。从这种问题咧，而且咧，本身麻烦着咱防治所吼，一定要加强吼，看变人甲抓抓，咱遐关嘛，无要紧，莫甲除掉啦，来咱关安尼啦，好无？麻烦您啦，嘿，感谢，谢谢。好，我们继续，我们请吴国昌吴议员补充说明。谢谢哈，啊，感谢局长，啊，本会陈秘书长，啊，第三审查会局单位主管哈，啊，以及本会同仁，啊，在场所有记者先生、律师。啊，关心咱的南投乡亲吼，大家早安，大家好。那么今仔日咧，啊，是咱第三审查会这个单位的业务的检讨啊。第三审查会伫咱县政府内底肩负的吼非常重要这个工作，包括农业、公务、建设、观光吼等等啊，这拢是平时咱的民众上届吼啊切身的这个议题啊。拢总伫吼，咱这个单位，因为对地方的建设、对观光的推动啊，啊，对咱的农民啊，啊来申请的案件，拢总是伫咱这组，所以讲伫这组咧，啊，本质伫遮，就是要呼吁、要求咱的行政效率。哦，本质伫遮要来延续啦，再去真侪议员来质疑咱的这个农业处吼，农业处啊，啊，会当讲伫目前内底所有的、所有的。啊，咱的行政效率是最差的一个处，为什么呢？去到倒位就听百姓哀恨天怨地，去到倒位就听咱的民众讲，清这也未准，清那也未准，拜托代志，包括议员，拜托的同款拢无咧信。处长，闽农业处即马是安那？即马是阮议员来拜托的案件，嘛拢免回答。啊！若无甲恁取一肯半年、一年，理所当然了吗？我就叫咱陈处长，你到底对你的团队，你自己打分数，看你的行政效率几分，请你简单回答，请陈处长回答。请陈处长答。谢谢局长，谢谢委员对农业处的一个行政效率的缺失来指正。根据研报告，的确我们在行政效率有的确蛮大的一个改进的一个空间。那因为是目前在农科这边哈，因为人力短缺相当的一个严重。那议员包括民众申请的案件，我们也一直在检讨。因为一方面是过去积累的案件哈，你拢爱摆回看。那因为也牵涉到要会其他的一个单位。那的确目前按照我们整个行政的作业的时间。那时间有拖较久吼，所以阮有分心，有请。不是较久，是非常之久。为什么呢？伫你厝啊，甲民众息息相关的案件真多，包括你的追报，包括你邮局啦，人称哦，这个农业的补助，吼、哦，农业的设施，包括咱的农用的证明、农民的身份，等等，拢伫你迄个厝。但是咧，咱的民众即马说，感觉讲这个案来送到农业处吼，啊，怎安尼真无力感啊，真无感啊！伊讲哦，经办的嘛要甩不甩，科长恁嘛无咧接，包括处长甲副处长恁敢有咧对账？啊，所以咧，这是我直接有拜托过你的代志哦，哦，一晃半年啦。拄到嘛拢袂去哩啊，当作袂去。准袂准，你嘛要用一个确定诶，该当袂用诶，你这时哪袂用诶？白纸写互字，爱人通知；该报警，爱人通知报警。咁农业处要搁安尼甲乱落去，搁乱来，我这个农业处嘛爱裁撮掉啊。跟议员报告，那有人讲，因为有一些是牵涉到补正的案件。每次定期会，我就是甲你拜托，农业处要提升你们的行政效率，啊，亲和力。可能你讲的工课伤多，恁的人员在共应电话啊，迄声噪真歹，你知道？秘书会啊，钱无甲伊拿安尼，你知道？
议员指正，如果假设服务态度不佳的部分，我们会去要求员同仁在这个部分。我来跟民众讲啦，给你音啊歹听啊吼，等下甲录音起来，我听议会办公听看卖，看农业处的这个经办人员，敢会使有这款的态度吗？这最要不得的啦！我希望讲，我本来今仔日无想要来讲啦，我总之顺时间啊真济，但是我想想，咋讲你咋改善，和民众咧？感受了，讲咱农业处真正起码有改善了，好不好？谢谢议员指正，这个部分会要求同仁来做改进。好，你请坐哈、哦。那么介绍的，就是讲哦，咱这个工务处啊，咱的肖科长，我一再呼吁，甲阮玻璃区的议员同事嘛，拢总真关心南环路这条排水沟、爱兰桥挖到这条。那么这个是县长的全民时间啦、啊，阮议员嘛拢在场，丁正者已经满两年啊。那么恁伫去年就讲答应讲今年吼、哦，就是要编，就是差在破体的这一个问题啊，本身是要照你，到底这条今年会做啊未做？我都做无，请你简单回答。科长好，谢谢主席，谢谢议员的问题哈、哦。那跟议员报告有关破体这部分。好、哦，我们已经有规划好整个南环路，它破堤总共大概将近九处。好、哦，那我们也把这个破堤计划也函送给我们核酸局这边来做审议。好、哦，那后续我们会就比较靠近急迫性的，好、哦，靠近这一个。你知道这几天都拢够淹水啊呢？这几天啊，落雨都拢淹啊呢，刷车交过破的迄内底人的厝内底，拢总水拢破入去，这真正破车性的啦。哦，咱工务处遐尼济工课，县长咧去到倒个会勘，拢真注重咱的这个民生的问题，所以这个我拜托你咧，今年吼、哦、一定爱甲完成，爱甲做，你不能说破题八九所在，啊你等这个吼公路局那边工务单，啊伊呐，你爱处理啊，这咱吼、哦、咱爱处理啊，因为咱爱建设地方啊，真正爱做，今年有法度无？请你回答一下，今年有法度。拨补经费来做这个迫切的这一段，大概将近四五百万左右。对啊，那四五百，但是那已经吼啊，足多年啊啦吼，吼、哦，感谢你啊，好，谢谢哈，谢谢医生。好，继续我们请石敬龙石议员发言。谢谢议长秘书长我们第三小组的我们局处。科室哈、哦、主管大家辛苦。首先关于农业处的部分哈、哦，在这边我还要再拜托我们处长哈、哦，日月村的这个大牌这个部分哈、哦，青衣已经讲了快一年哈、哦，看起来还没有办法进行，包括栅栏的部分，我在上一次的临时会也重新再提过啊。到现在还没有会勘呢、啊，哈、哦，我知道处长你也知道这件事哈、哦，可能是科长还没有新来哈、哦，还没有那个熟悉哈、哦，所以这个部分请处长就这个，因为星期也快到了哦，哎，卖有大家居民哦啊，生活在这个安尼惊惊吓吓的这個当中哦，再来就是说有关于采茶工哦。这个部分事实上问题很久了，刚刚我们议长也提到这个采茶工的问题啊，当然这个也牵涉到非法外劳的部分的雇用，还有违规车辆，还有载运当然最重要就是人力不足嘛，工人不足当然咱有爱征召中央的法令啊，吼！但是我感觉讲，咱农业处这个部分的话，就像议长讲的，遐几年啊，咱敢无思考讲，看哪落去做一寡突破，哦。伫工人的部分，我最近嘛了解，因为原乡跟偏乡咱山区啊，一种这个茶叶啊，这样的一个产业啊，是非常重的，哦，对经济。安尼，规年冬天拢挖靠一个班地，哦，上山地，才有法度维持生计啊。所以讲，伫这方面，哦，等下我得可能先安尼提起啦，吼、哦。当然，我嘛希望讲，农业处处长你
这边到底目前有什么方面的想法，或者说规划来解决这个问题？请处长你简单说明一下，好吧？请陈处长答。谢谢议长，谢谢石议员对整个农业缺工的问题的一个指正。那其实这个问题就正如刚刚议长也特别指示哈，那在前年跟去年，我们其实是有透过农会这边先调查整个缺工的一个需求。那因为底单管呢，因为还会牵涉到就是目前气候变迁，因为五月班地时间开班，咱较早拢班地班，伊拢对平地班去个高山。那这个部分其实它有它的一个时序配套。那因为现阶段刚好一时序满起了，整个变成工每班地时间拢接做会。那现阶段我们大概透过茶改厂跟改良厂这边来协助，可能就是用机械采茶的方式，这是其中一部分。用机械采茶的部分来替代人工，那这些部分或许可以减少咱即马缺工不足的那个现象，但是实际上吼，阿无都完全解决咱地区班的工作需求。因为确实，我那主要拢问题拢产生伫人工不足的问题啦。是。那其实我们业者也不希望雇用非法外劳嘛，所以这个部分农业处理，因为咱那么多官本来就靠农业。甲观光嘛，你这点的部分，你应该是不是讲安那来甲中央来做反映？你这个外劳的名目分配上，是不是有可能让他合法？不你，咱的少年人即摆哪有可能要去做这个采茶的？老一辈拢已经年纪拢大啊，对吧？所以这个根究底，从这个部分要下去做解决，这边。旁枝细节其实不是那么清楚，那么重要。这个我再跟你探讨哈，请坐。谢谢。另外，有关于工资哈，我是真济都是讲咱提议建议的案哈，就即马才五岁尔，就拢开始拢入案啊。哦，我嘛是感觉有够闲啦，恁嘛，因为阮三个原住民议员嘛拢。一直拜托管定讲，对于咱原乡的部分的农路啊，不砍哦，确实做未完，啊嘛作些来做，这个部分除了阮用咱的配合款以外，其实嘛还靠咱公务处这边加大力哦来帮忙啊，所以我是觉得说，是不是公务处这边应该要稍微，你嘛同时讲管定和阮的承诺哦，阮500万，阮哪有够啊？无够啊！吼、哦，所以包括过去年，你嘛讲啊，预算用完啊，入案哦，后续再处理，过一年就判决啊，迄案嘛无去啊。所以我希望讲，公务处长就这个部分，是不是麻烦你再注意一下，好不好？你来当的部分是不是？我嘛第三组的，吼、哦。我平常时啊，咱嘛有一下吼，在讲的讲小停一下，安尼停恁遐济，恁对阮来讲的讲，拢算到遐严，算到遐高，吼、哦，即帮阮关注一下吼、哦。另外，观光处的部分啦、啊、吼，即个咱麻烦馆长、副馆长啊，王处长，甲咱的陈处长，马上去澳洲吼，咱的姐妹市拜访吼。恁一定嘛有感想啊，哦，伊嘛差不多像咱的南投市安尼，哦，它上面有一个昆树兰州嘛，哦，即个伊嘛好安排咱去参观因的学校，哦，医疗院所，啊，各因的制造业，各因的农业，哦，农场这方面，哦，你的感受，当然啦、啊，咱官面顶有中央足济法令来甲咱束缚掉咧，哦，但是。你甲想看卖咧啦，我有一个公安处有给你一个统计数字，这是你的工作报告里面的。你旅馆因为目前南投县有185家，无合法合法的115间，无合法的70间，民宿693间，合法的589间，合法的589间，未领登记证的104间，所以。差不多拢伫城半至两城，无啊无啦。所以，我们南投县的观光业啊，
是在不合法的状态下来做营业，这个安尼足害的，您知嘛？我想讲恁这公安处这主管安尼，恁搁坐一条，啊？是不是安尼？然后呢，对于这个我拄啊讲的这不合法的，不管是违规增加房间数的，你去看，恁都是用规单的，哦，恁都是用规单的。我今年三月到今麦收到阮当地五张单，啊，搁有人无提来，拢要拜托咱讲，是不是咱管府会当啊，网开一面嘛？卖安尼发，你嘛知影讲今麦入客已经足少足少啊。咱观光业地方是周休五日的产业咧，唔是恁一日一休呢？周休五日就是讲干呐营业两天尔呢？啊，你安尼一困，你就三万至九万安尼个发落。所以，伫顶回去年年底定期会，我都一直提起，拜托恁的科长，就这个部分，是不是不要只要光坐在冷气房里面，哦，来开单？你到底有什么多说？您一再的讲要辅导合法的民宿和合法，你到底提出什么办法出来？在你的报告内底讲，今年三月要针对民宿哦辅导管理自治条例哦要做延商的会议，有开无？什么内容？连我这第三组的议员，我的社区遐济民宿。旅馆的议员，恁嘛拢无甲我探讨者，到底内容是要安怎收？敢唔免我提供一下意见的，是不是安尼？你一再，大概规划，我就是爱讲这条，对观光处。哦，虽然中央有交通部有这个法令伫咧，伊嘛有一个套话讲啊。你套错民宿会使十五间，啊！恁套错民宿为馆长上任到即马，咱伫馆务开一届召集这业者来开会了，到即马有什么结果？完全拢无嘛！恁阿来要开罚裁罚尔，甚至于一个三年的案件，恁嘛要伫裁罚。哦，像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不要这样子，天天只在那边哦，得思考讲啊，咱的年金、退休金会减偌济啊？你知影这南投县的咱这业者苦啊，要关门的真济呢。啊，你我安尼甲发落去，哦，所以我总有讲，就是讲，我们包括农业处也好，包括观光处也好，建设处也好，咱。就这个部分，咱要统合有一个办法出来，辅导的办法，哦，不是把那业户大家都倒去的辅导，是要让他们从不合法能是不能从啊往那个合法的方向来走嘛，对吧？光处长，你看哪啦？我拄啊讲啊，迄个营销办法，营销会议有开未？请王处长答。好啊，谢谢议长哈。那谢谢石议员关心我们自治条例的修正哈。黑兰鲁邀请咱府内相关的权责单位哦，有开过两届会了哈。啊，大致上现在对于一些参考我们其他地区的做法哈，那跟我们府内的其他单位都有取得共识哈。我们今晚已经咧把这个意见汇整哈，那会正式来依照法定程序来提出自治条例的修正。啊，希望说像议员所讲的哈，来协助业者可能的情况之下来合法化，这是我们共同的一个目标。这里我希望哦，恁较有担当嘞，哦，这真的这个部分的话，你像管定人，伊讲话讲一休一立的部分，他就违抗中央的迄类，哦，伊他伊就这个欺骗，对唔？咱要咱干那从观光甲农业尔，咱以这为重点，但是咱拢违法一部分，安尼大部分拢违法来经营，安尼是要安那发展农业甲干？包括农业的时阵，采茶工嘛违法，嘛拢爱经济开发，
对吧？像这个部分，所以你们农业处跟观光处，你们要努力看看怎么去突破嘛。也不是我坐着就是去执行中央的法令，安尼就好啊，安尼大家嘛要做官，对吧？咱要让咱的农业跟观光伫咱南投县来发展，咱管务的职责就是要让我们的投资环境跟条件去建立起来嘛，对吧？我们不是要业者说啊，你一定要去从事或者要从事农业或观光，但是我们既然我们是只能够靠观光农业为重心的话，县内跟县外甚至国外的投资者来看我们南投县的一些投资环境跟条件的，还有包括这个法规方面的限制是这样的困难的时候，谁愿意来投资啊？那没有投资的话，我们的就业当然就是往别的县市跑嘛，是不是？所以您不当跟他安尼墨守成规，哦，啊，这都拢上个当中央，哦，像讲这个民宿管理办法同款，哦，县长之前也答应说。啊，我会帮业主来跟中央，拜托立委来跟中央来修法，还是干嘛的嘛？你这哪无套？你是要安怎发展民宿？这民宿违规的，真正讲的，我拄仔讲，恁还阁坐条。你若一间非法的民宿房之外，啊，若讲阁发生人命的时候，恁是要安怎？恁讲，哦。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而且。也牵涉到我们这个整个我们观光产业要发展的问题啊，包括日月潭的游艇的部分，哦，是不是公安的部分是不是有必要再加强？我们建设处的部分，对于我们这些公共场所跟盈利事业盈利场所的公共安全，这个部分有没有去啊真正的注重？哦，来符合这法规命令的规定。那个处长，请坐，请坐。这拢足重要的问题啊，因为咱这个观光甲农业拢足脆弱的产业，未堪要发生一个那个顾客啊，是讲旅客的迄个抱怨申诉啊，甲讲发生人命案件呐、啊。哦，所以这点我直接先甲我们四个处啊，先做探讨哈。哦啊，希望伫当主持的时阵吼，我会阁拜托恁提供一寡资料，包括拄仔讲的迄、那个这个修正吼、哦，这个民宿管理条例这一部分内容，麻烦请处长提供一下啊、哦，感谢，谢谢。啊，继续我们请曾景贤曾议员补充说明。谢谢议长，陈秘书长。好，来延续哈，这个第三小组哈，咱来建设哈，啊个公务哈，啊个观光农业问题哈。我感觉咱草屯呢，实在是真正哈，很期望的。咱的县长一直讲是啊观光首都，但是呢，最期望的应该啊，就是咱。九九峰吼，九九峰，伫咱1905年三月已经土地取得吼、哦，有将近29公顷外吼、哦。现在这个问题也是目前呢，我感觉也是好像吼、哦，进度也是好像一直怎啊变作怎啊 delay 的。啊，我来就叫吼，咱的这个企划科哈，肖科长哈。哦你简单来说答复吼，啊，即摆是目前的进度，啊，什么时阵会当具体哦，会当的是吼有雏形。那个科长，我们请科长答。谢谢主席，谢谢检议员的关心，九九峰的开发的进度。那其实目前针对九九峰案件，我们是朝两个方向在做执行，一个是县长上任以来一直希望。做的一个生态艺术园区，那目前另外一个方向是，我们在六月底之前，光局有一个快亮点的竞争型计划，那是一个3亿元的竞争型计划。那我们会就
我们从文化部整个汇拨回来的部分4.8公顷的部分会来争取光局的3亿元的计划，所以目前计划以朝两个方式去执行的话，6月底我们光局的提案会送到。那目前针对24公顷多的部分，我们的政策性公告的草案已经送到府内，那府内的相关单位会来召集做研商。以上补充。这些哈，爱就是进度，看到物件，但是呢，这摆人呢，好像为了你们这摆这个所谓要开发人呢，结果呢，整个风景区的心哦是杂乱不堪，甚至于呢，扁扫一挂杂草呢，拢总无咧整理去啊，变得荒废去啊，露营区的心无多用啊，无多用无，所以讲呢。整个牵动的是延宕底下，我希望呢，赶快这个事情跟出来，来阿金，你整个什么时辰好百姓知？那个露营是哪一科管理的？风景区？这几科？露营区管理的？是风景管理科吗？廖科长。那个跟议员报告哈，那个议员是指那个九九峰里面的吗？对啊。九九峰里面目前露营区现在是就是回归给各个目的是主管机关，土地的目的是主管机关管辖这样子。那因为跟议员报告哈，我们在那个九九峰那边是有委托厂商哈，固定在那边除草。那连周遭的环境都会整理，那厕所。啊，你本来的中央有在派驻的时，啊，你即摆甲撤退，是不是？啊，即摆已经厕所整个园区等于荒废啊！啊，你讲要开发，啊，结果呢，连基本的这个露营区现在都不能用。现在最重要的是一寡，青少年和游戏啊，底下拿来露营，这是足重要的啊！为什么先你人员甲撤掉？啊，然后厕所不通。便所未通，杂草丛生，哦，等于荒废去啊嘛！安尼那是咪要建设这个九九峰？安尼等于就是即摆是全部拢总迄个完全是荒芜之地呢。现在很多这个年轻朋友真是喜欢露营，所以讲我希望讲，包括处长在内吼，咱的团队一定的是吼，要观光大县，咱拢跨。看你草屯是看你九九峰嘞，九九峰接下来一定要好好啊来做起来，好好啊来管理，整个进度要出来，好百姓嘞感觉有感的是，你这边人好画一个大饼，县长的证件嘞，这个非常重要，县长的证件嘞，管定的证件是，这个侏罗纪公园九九峰的申请一定讲要做嘞，所以讲这个时程要掌握，啊唔好的是，因为安尼说整个啦。拢荒废，参讲基本的，最基本的，啊，即个露营，甚至于讲要去啊游戏，要去啊爬山，拢种的是感觉上都是很不舒服。哦，我希望讲我们真的要让哦老百姓有感呐，哈、哦。啊，你们请坐哈、哦，谢谢议长。好，谢谢我们陈立。好，我们休息十分钟。
有先问你说谁给的，直接那么大声。请各位就坐，请主席宣布继续开会。好，我们继续开会。接下来我们请罗美玲、罗远发言。谢谢大会主席和议长。第三审查小组的各位主管、本会的同仁，还有媒体记者，还有关心县政的乡亲们，大家午安哈。我们南投县是以农立县，也以观光立县，所以今天呢，有关于观光跟这个农业的一些推展的问题，想跟我们两个处做一些探讨啊。因为政治因素，我们都知道说，陆客很少到南投县来了。之前呢，县长也上电视哈，大吐苦水，他说啊，陆客不来了，然后造成了不管是观光也好啦，农产品的销售也好，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一点是不能否认啊，确实是有一些影响，对某些业者，对某些观光业者确实是有一些影响哦。那不是说陆客不来，我们就宣判南投县的观光就死刑了。县长在大吐苦水的时候，会让人家觉得说，那观光客在做什么呢？陆客不来，好像观光客就躺着那边等着观光客来啊。说，观光处是不是没有什么作为？因为县长这么说，就好像就是说陆客不来，我们的观光业就萧条了。可是据我所知，其实并不是这样。一直以来，我都很肯定我们观光处，因为观光处一直都非常非常的努力在拓展我们除了大陆之外其他地区的这个客源嘛。好，那我有看到，就是说我们这个工作报告里面的54页里面啊，除了这个陆客的这个参访团之外，像新加坡、马来西亚、港澳、日本、泰国、美国、印尼，甚至中东德国，都有派采线团跟参访团来我们南投县。这是我们观光处所做的努力。可是很可惜的是，我们上面的主管一直都没有把这个部分，没有把观光处的努力呢提出来。我们只知道说陆客不来，南投县的观光不行了，那就怎么了。可是这一方面的努力一直没有被彰显，所以我觉得对观光处来讲真的是很不公平。好，那我知道说像去年的时候，我也上个会期，我也跟观光处长这边做了很多的探讨，我们如何争取东南亚的观光客。好，那我们如何争取中东的观光客，那我们如何营造一个对穆斯林观光客一个良好的环境。那我们处长这边呢，都给了我很多我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些答案。那经过这个半年会期半年了，好，那我想听一听我们观光处长这半年来，我们
除了陆客之外，其他地方的旅客的成长要到底有几成，乐不乐观？处长，好，我们请王处长答。啊，谢谢主席啊，谢谢罗议员哈。那有关于罗议员刚刚提到，应该是针对这个外籍观光客了哈。那外籍观光客的确是陆客减少了大概160万哈。那其他地区，包括东南亚地区、穆斯林的地区，它的增加，如果说以比例来看哈，是非常的惊人的，大概增加了。各不同区域了哈，平均大概是增加了有100%了哈，这是增加了100%，这半年来吗？对，这个是中央跟地方还有旅行业大家一起的努力哈。是，所以这个成绩我们一直没有彰显出来。好，那本席在这里呢，就是想说借今天这个场合，我们要让观光处的这个努力让大家知道，而不是一味着在抱怨说陆客不来。我们南投县的观光，受到很大影响，当然是会有影响，尤其是前面那段时间。可是观光处做了很大的努力，就像刚刚处长你所讲的，成长了100%。好，那还有呢？还有哪一些是我们长官一直不替你们说话的地方？请您跟我们报告一下好吗？除了成长之外呢，还有呢，我们营造了，那之前本席也跟处长这边说，我们必须营造一个这个完善的这个对，就是对我们这些东南亚的这些游客一些良善的这个环境，那我们有做到了吗？好啊，这个部分是这样哈。那对于说东南亚地区的一个友善环境呢，可能必须分为两个方面了哈。一个是硬体哈，那硬体是我们也配合交通部公安局有关于这个穆斯林餐厅的认证，还有穆斯林这个住宿的一个认证哈。像最近我们在上个礼拜就有台湾第一家民宿哈，通过穆斯林认证，也是在我们南投哈。那本来的穆斯林餐厅认证在南投也有5到6家了哈。那当然，其他的大型游乐区里面有关于穆斯林的一些祈祷室或者一些用餐的方面呢、那我们县里面也都有在继续在推哈，这是第一个部分哈。那第二个是软体的部分，就是有关于这个导览人才啊，因为外语，比方说像泰语、粤语啊，以及印尼语的导览人才，本来在台湾就不多，那不多，那中央也这个。根据地方的环境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哈，所以现在就整个旅行业啊，它的导览人员啊的这个考证哈，那辅助这个新住民哈来加入这个导览的这个行列哈，那已经都有陆续在推动，希望能够在短期间内增加这一些导览的人。谢谢处长，好，谢谢处长。其实你们真的做了很多的事情，好，在这个那我发现说有具有 HALA 验证的这个。餐厅好像大部分都是集中在日月潭地方，是不是？我们其他地方是不是也有好了认证的这个餐厅？那边该某一间啊？你说深十八嘛，它是唯一的一间嘛，可是其他好像还没有嘛。我发现好像有具有好了认证的，好像都是在日月潭。普里日月潭，普里日月潭，好像溪头啦、三林溪啦，都应该要有这样子的。认证的这个餐厅，我们才能够把这些游客呢带到南投的各个角落。对，好 ，OK。那再来呢？前阵子我有看到这个媒体那提到说，哎呀，天空之桥没落没人来，跟陆客也有关系。那身为南投市人，我觉得一阵错愕。这个是不是有时光错置了呢？天空之桥不来，没有游客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处长，请你回答一下。好，谢谢啊。跟陆客有关系吗？那基本上这样来，有可能有一点，我要借这个机会来说明哈。天空之桥它并没有所谓的没落哈，反而是它是回归一个比较具有旅游品质的一个正常化的现象哈。因为当然大家从数字上看到说，一开始的时候那几个月可能有多少人次，那现在一年只剩下40万人次，所以你这个数字上是有落差。县长，所以县长他就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认为说跟陆客有关系，所以天空之桥没落了，没人来了，是这样子吗？这是你们县长说的耶。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有这个说法呢？
那当然陆客的影响，因为天空之桥本来就不是陆客的重点旅游地区嘛，他们都是集中在日月潭、埔里比较多，落进来南投。我印象当中天空之桥它并不是陆客的重点旅游地区，对不对？那对，那就我的了解是，因为这是有误导民众之嫌。那我们南投市人都很清楚，早在前朝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因为它没有吸引力。好，我曾经很多朋友到南投来，南投市来找我，我说：“哎，走，我带你去天空之桥，再来我们去看夜景，我们去，去吃饭。”朋友就说：“哎，我去过一次了，不好玩，我们去看夜景就好了。”它的重点是它没有吸引力，跟陆客没有关系。好，这个点要特别澄清。可是其他的地方，你说有没有受到陆客不来的影响？当然是有，我们必须承认。所以我们要做其他的这个努力嘛，是不是这样子？好，那处长谢谢您哦，今天是让你有机会再谈论说您对这方面的努力哈。那再来，处长你请坐下。那观光处啊，观光处说实在的，我们的观光跟农业其实是绑在一起的，确实是绑在一起的。那我有看到啊，你们这个62页在这个农产品销售的这个部分啊，说实在的，你们销售的点都在中国大陆，那大陆市场绝对不能放弃，不管观光也好或者是农业销售也好，我们当然是不能放弃。可是我发现农业处的做法非常的保守跟封闭，你所有的销售点都是在中国大陆，你不像观光处，他们都已经跨足到东南亚各个国家去了。我还看到印尼的采访团是200个人过来，好，采线团也都进来了。可是我们观光处的销售的对象除了国内之外全部都是在中国大陆，那你们在加强开创商机方面也都是在中国大陆啊，你们就自己就放弃了东南亚的市场，其他国家的市场了吗？日本啊、韩国啊、东南亚你们都不去了吗？如果这等于就多大陆他不跟你配合的话，你就等死了吗？是这样子吗？处长你这边要不要做个解释，为什么你们的做法是这么的保守？好，我们请陈处长答。谢议长，谢谢罗议员对农产销售的一个指正。跟议员报告，的确目前我们大概大部分的一个销售的话，还是维持跟往年是以大陆的市场，但在前年也曾经到这个新加坡这边去做推广跟行销。是不是到新加坡去？对，新加坡也有，但是当然面向不如不若像议员刚刚提到，包括甚至其他东南亚的一个国家，包括马来西亚或者是这个温莱或者是泰国等等，这个部分目前我们还有待做市场上的一个拓展。那在新加坡推介的时候，后续我们在地的一个业者，他也有针对香蕉的部分有做一些集货到那边去做销售，但因为牵涉到是生鲜的蔬果，那一方面是要探寻在当地的这个消费的一个市场。那的确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能够选择比较具备这个竞争力的。所以你们的步伐是非常非常的缓慢的啊。处长我这里跟你报告，我每次回母国回马来西亚，你知道我的亲人都跟我说，你什么都不要带，我只要你们台湾的茶叶。早期我们的茶叶，马来西亚茶叶都是从中国大陆进口的，自从我把台湾的茶叶带回去之后，我真的把他们的胃口给养坏了。他们现在都不喝中国大陆的茶叶了，只喝我们台湾的。我的叔叔阿姨都说，你什么都不要带，我只要你们台湾的茶叶。我们台湾茶叶的品质是世界有名的。可是我们发现说，我们农业处好像也都没有到这些地方去做销售，其实已经受到他们的肯定啦，可是他们没有管道啊，对不对？没有管道，你们没有去啊，对不对？你们没有去做销售啊，所以农业处这一部分是很怠惰的耶，很不积极的耶。啊，你说你到目前为止，你只去了一个新加坡哦，一切都还在从长计议当中，还在研判当中，对不对？那有没有说结合观光处，像采线团来的时候，也顺便做农产品的销售啊？你们这个横向
的这个联系好像也很差吧？观光处做观光处的，农业处做农业处的，为什么不绑在一起呢？那是很好的机会呀、啊，对不对？短短的半年，来自世界各地的国的都到南投县来了，采线团也来了，参访团也来了，可是我们农业处好像农点滴滴，完全好像都跟你们没有关系。这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推广机会，那你为什么不做呢？对不对？谢谢议员提供的这个部分，也要谢谢议员帮忙把这个南投的一个茶叶往马来西亚这边来做一个推介。那横向的联系，其实跟观光处这边，因为包括议员也特别提到，如果说有采线团或者是相关的一个行销，那观光跟农业就应该要合作了嘛，对不对？那不是很可惜吗？也失掉了很多的机会呀。好，你说生鲜水果没有办法，也许可能就在载运的过程有问题，可是我们台湾的茶叶可是第一流的，为什么不推展呢？对不对？这个部分我们会再去做加强。好，那希望说以后我们观光处跟我们农业处这边哈、互相多做联系，如果有合作的机会的话就一起，也不是说浪费公帑各跑各的。好，以后到国外去做参访，两个处也可以结合一起呀、啊、对不对？好 ，OK， 谢谢两位，好，谢谢。谢谢。谢。好，我们感谢我们罗美玲罗议员的，继续我们请邱美玲邱议员补充。谢议长、秘书长，我们各局处长、科长，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针对我们罗议员刚刚提的哈，农业跟观光是连结的哈，只要观光人潮就会有。购买农产品的通路哈、哦，所以也希望说，如同我们议员讲的，在我们规划每一个观光景点的时候，也要考虑到我们地方的农特产品的销售点哈、哦。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要重视的，尤其是我们现在是我们的南投县是农业大县，那既然要推观光，那最需要的就是把我们的农特产品推出去。那我们早上我们其他的议员有提到我们的。就是行政效率，我在这里也要提一下哈。刚刚我们的处长有回答，因为人员的不足，严重的不足，然后造成可能你的一些业务比较延宕嘛哈。在这里我有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的农民申请农业设施、农业改善，就是地目改变啊变更。在申请的时候，结果遇到是承办人换人了，又换不同套的做法，又不同的要求。最后那个农民告诉我说：“我不爱欠啊，即马迄个讲这个爱这个物件，结果申请半年，结果还没核准，就后来又换另外一个承办，又要不同的文件了、啊、哈。我觉得我要请问一下，就是关于申请新建，就是我们的。农业设施申请的是哪个科室？我请科长可以回答一下吗？请科长答。谢谢议长，还有感谢议员的指导。农务发展科承办业务。那个科长，让麦克风靠近一点。请问科长，我们的科室自己不能依我们的。规范下去拟定一套规范去跟农民做审查吗？我们规范一切都按照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的订定的规范，是依照，可是每一个的理解的那个方式不同啊。有的客源他认为要这样子，有的客源认为这样子，结果前任跟后任的结果去勘察的结果，他们的论点不一样，准备的资料不一样啊，这样是不是造成农民的困扰？保远其实主要就是看在申请人的经营计划书是不是合理的上面去研议。我现在跟你提的案件，我相信你心里有个底。我们之前我们国姓乡大旗村有一个申请农业设施，它是农业施设改善嘛，是不是？大旗村那边一个案件，他已经申请半年左右，然后承办人离职了。后来工作丢下来了，现在听说又重新再来，他告诉我说不要申请了。我现在跟科长探讨的是，我希望说你们里面的职员在办业务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共同拟定一个规范，
不要这个前的之前这个办的再交移交给下一个规范又不同了。科长可以往这方面去努力吗？可以。好，谢谢科长。其实我们县长一路来都是很认真，当选以来都很认真，可是真的要拜托我们这些团队哈，我们的行政效率真的要拿出来，要不然真的枉费县长在外面跑跑总哈。因为县长他答应了很多事情，可是却是迟迟一直等，一直等民众一直等，结果都等不到回复，等不到看到实作。我相信这一定会让县长的绩效减分，所以请我们各局处长、各科长，你们在你们的工作报告的时候能够重视这一点，谢谢。好，感谢我们邱议员。继续我们请陈安立陈议员补充说明。啊，谢谢大会主席，还有我们第三审查小组所有的长官，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哈，因为只有五分钟。现在我们南投市呢，就是在挖这个下水道，那也是我们一个交通的黑暗期。我在这边，我要就叫我们公共处处长，哪时候主干线才会全部做好？谢谢议长，谢谢陈议员哈。有关南投市的下水道，我们整个下水道工期预计大概七年，七月嘛，七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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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因为我们整个分成大概分成两个标，假如同时进行的话，整个南投市交通没办法动，所以我们现在是分期分段的施工。所以你现在主干线哪时候会好？主干线七年内做好以后，我们大概污水下水道污水厂今年会发包，污水厂要三年以后，大概四年左右，我们再挖分那个用户接管。用户接管，所以我听说最近有几个地方你都要准备做这个抛除的业务了。那个是主干杆完成以后，因为你在四年后，所以就基本上就是信义街中心路跟主持路这个地方。现在信义街已经完成了，我们信义街先处理，以后还有三头三路，还有其他的。所以就是说，等到用户接管的时候，那个路还会再挖一次。那个用户接管是在两侧，还是会再挖一次。所以你等于讲说，你这个抛除做好了以后，然后再来用户接管，所以。等于用户接管完了以后，重新还要再抛除一次，再铺一次，是这个意思吗？对对，那中间间隔四年，间隔是几年？四年，四年哦。所以一般的道路，它的间隔也都是四年，你会固定来抛除吗？其实我们要看损坏情形了。其实很多地方都在 complain， 就是说路甲都铺好了，结果你过来喂，过无几年了，吼、哦，过来点铺啊。我是不是希望说我们的处长在这方面是不是整合一下？因为你这钱，我在我的认为是欧美开，路已经做歹啊，但是你抛除了，你搁要填坡，坡了了搁要挖。那个不可能，我们新坡路段三年内绝对不能再挖。刚刚你讲的啊，四年后就要用户接管了、啊。那个是四年后啊，我们三年内不能再挖。给几年？我是认为钱不应该安尼开啦，但是我知影路已经做烂啊，吼、哦，所以我伫遮我拜托我的处长。是不是在这里补分，好、哦、加紧，希望进度可以超前，不要再为难我们南投市的市民。我们会尽量赶。好，请坐。在这边刚刚一直在讲效率的问题。我一月二十六号有去会刊，带公务处的；二月三号跟农业处的去会刊；二月九号也跟公务处的去会刊。我发现到一个很奇怪的一点啊，你们的效率在哪里？配合款开下去要去做的，哦，那个文足紧就倒来，但是不是配合款的，拜托您去做的，一张文都没来，这个就是你们的效率吗？那我也听说，处长，我想要请教你，要安怎安排馆长来看我需要去做的所在？这是你的牌还是馆长的牌？听讲馆长去看都一定会做啊，啊是安怎我拢排袂到？这个处长，请你回答一下为什么？好，我们请陈处长答。陈议员的指教哈，县长是非常关心我们南投县石山乡镇的建设，因为县长的时间有限，但是他已经尽量调出来，大概每周大概有三天左右
二至三天都会下乡去看每一个建设案的道路。那他总共看几个地方啊？一年他可以看几个地方啊？到目前为止还有两个乡镇还没有看呢、啊。他总一年他看100个地方，总是要除以37吧？一个议员也要看3个地方啊？是你排的吗？我们都会把那个我们公务处同仁会去到各议员的建议或人民的情形案，我们都会先去做初刊，然后那个县长再做副刊。可是每次初刊完以后就没有消息啊。啊，农业处也是一样啊，没有消息啊。不会的，不会的。怎么会不会？我都没有接到你们的文啊，浪费我的时间，你们跟你们的人去看，一点消息都没有啊。我相信这段时间我嘛去找过你啊，讲是安怎拢唔知影后壁后续是安怎啊？啊，是唔是？咱拜托的物件一定要咱的配合看，才会使用啊。所谓的公众利益在哪里啊？我就不相信你们所有做的东西都是公众利益的。你把去年跟今年的全部都给我调出来，上好莫恐着把人处理的最高啊呢，对不对？啊，若是大家要安尼，我拜托拢拜托袂行。这是你排还是观众甲你排？你甲我讲者。那个排那个行程都是我们公务处安排的。那为什么都排不到我的？不会排不到、啊。我是第三组呢。案件太多，我们不会，县长的时间是有限的。那你记得要排我的哦。那个都没问题的，因为县长时间真的是不容易调出来。那我们啊，你还记得会给你排我的咩？好不好？那个没问题的。哦，我排馆长来，我一定带足侪观众来，讲哦，干这些馆长做，好不好？拜托者、好，我再问，再给我一分钟，请坐。那个，我请教我们观光处哈、哦，那个我们的那个亲近高架步道桥哈、哦。因为我觉得说那个县长非常的尊重老人家哈、哦，他里面有身心障碍者票价10块哈、哦，还有这个仁爱乡亲10块哈、哦，是不是超过65岁的这个乡亲哈、哦，也给他来门票10块，然后比照其他的我们南投县的观光的地方哈、哦，来敬老票一下，我们请那个处长是不是可以来研议一下？好，请王处长简单答。好，谢谢议长哈。那个陈员，你所讲是到三千的部分哟。嘿，无啦，咱的时代啊，咱超过55岁，是不是来给他一个这个65岁以上的这个敬老票10块钱啊？65岁本来就是啊。本来就是吗？为什么这个上面没有写？我刚刚看到，我觉得这个方面是不是比照办理以后，我们南投县有收票的这个年长者都10块钱的票价就好了。等于说65岁以上的，在我们其他的景区都是，对对对对对，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我们陈议员。各位观众您，咱早起登记的，到今麦还阁有5议员，咱早起时间到，可能也会那应该点外呀，啊，无咱下晡继续开。啊，各位观众意见。但是恁在要切，家己要切时间，要看要5分钟啊，偌久重要问者，安尼若人有需要，无咧无去开安尼。啊，无咱若照恁登记安尼，可能爱开到7点过啊。啊，恁的意思咧？我开到小啊，无就拢用补充的5分钟安尼，好不好？看恁各位有意见无？咱搁用半点钟吧，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延到12点半吧。好、哦，没有意见了哈、哦。好，那继续我们请张伟华张议员发言。议长、秘书长，这个各位这个主管哦，还有各位议会同仁，各位这个记者、县听们，大家午安。我就叫以我们农业处副处长哈、哦。目前呢、啊，在民间哈、啊，民间一度水差不多多少钱呢、啊？一度水、啊、多少钱？林处长，一度水啊哈，迄、那个灌溉水啊，差不多多少钱？好，林全副处长答。灌溉水。议长，议员。你好哈，那个有关这个灌溉水的部分哈，我是比较不清楚了哈，应该是差不多22块左右。22块，哇塞，你这
你的钱是从哪来的？这样子啊，我跟你说好了，好不好？我跟你说哈，目前呢，一般啊，我们家庭用水啊，一度是7块钱的、啊，哦，家庭的啊，你在家里用水你都不知道哈、哦，这样不行哦，哦，自来水啊，啊，供水啊，供所啊，在民间啊，是12.5块啊，私人啊，在民间山上啊，清北 K 那个地方啊，相关你知道多少钱？29块啊，一度啊。那难道他们就不是人吗？为什么他们需要付7、3、21、7、12、84倍的价钱？我们不用说四倍了，我们用12块来比啊，2倍的价钱都不可以。目前呢、啊，我每次啊去秦贝坑的时候，民间他每次跟我说：“哎、欸，拜托姐嘞，这贵啊十年啊，20、30年都无改改的代志，拜托姐嘞，奇怪。”你每一次定期会都提出来，好不好？我讲好，以后我们每一次定期会都提出来。这个问题啊，你知道农业哦，上大的问题是啥？水啊，你无水，你要安怎？就死了了，对不？所以你一定要针对这个问题哦，来做一个解决。目前哦，我们饮水灌溉管线，你知道现在目前做到哪里了？报告议员，这个部分哈、哦，好像不是我农业处的。哦，那是公务处的嘛哈、哦，公务处的吗？好、哦、好，那谢谢，请坐。我们来问一下我们公务处啊，饮水灌溉科，啊、哦，水利科嘛哈、哦，水利科，请问一下我们水利科长吴科长，目前呢，我们现在饮水灌溉管线，饮水的灌溉管线做到哪里了？主席，回答这个张议员的问题哈、啊，这个目前八卦山旱灌是以前中水局他们施作的、嗯，然后他们施作完成，整个交给我们营运这样子。嗯，所以、啊、我们现在住在哪里？现在目前它有5个工区，大概有3个工区有一些水池跟那个管线有完成。在哪里？三个哪个地方？在那个赤水啦哈，下水丢，还有民间一些像整个大概的面积是用大概了，都下水了。哎，下水。我跟你报告，我跟你讲，还快，较紧的，因为时间问题哦。今麦到下水尔啦，山顶遐拢无啦。哦，其实山顶遐有5个窟啊，三轮村有一个，工协有一个，波中有2个。那4个窟哦，现在都是预定地，可是都没有去开发，没有去把这个最窟的做完成。那我希望针对这个事情，你能够非常非常用心的，因为我们每一个议会议程都会提，为了我们民间乡秦贝坑所有的农民，农民每一次说要浇水的时候，他都就痛苦的，几十高苦的一度。买私人水没办法，因为山上没水，这一定要买私人水啊，要不然他就死啊。他只有这个选择，没有第二个选择。所以针对这个事情，我希望你能够用心来看，你把这个资料弄好。我们定期会的时候，我们在总咨询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这个事情，好不好？因为这个东西是非常严重而且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全南投县就是秦贝坑这个地方，一度29块，好不好？请坐。另外，我就教育我们。目前哦，这个在八卦山上哦，这个停车的问题，现在目前哦，有人跟我反映，他申请一个停车场哦，在农业处这里，他就需要60万顾问费，整地需要开200万，总共加起来260万，可是他停车到现在为止，几乎没人来做了，我就叫你这个农业处的副处长，现在目前哦。针对这个案子，你要怎么处理方式？其他的地方哦，都到处可以细给停车，因为他就不违法的、啊，他是直接根本不用申请嘛，他直接就做了。来，我们请副处长答。
谢谢议长，谢谢议员哦。就有关心，因为农业处的部分哦，可能是涉及到农业用地上他去申请停车场这个部分。有合法申请呢？可是没有合法申请的那怎么办？没有合法申请的部分哦，我们也有点在查气。啊？在查气。茶器，我看你这没有，应该离开你的座位，好好去那个我们八卦山巡一下，好不好？好，去访视一下。最近从现在到总执行，你去访视一下，好，问一下所有的这个停车的这个业者哦，他们是守到什么样子的这个关带，好不好？好，好，请坐。谢谢。那我们感谢我们张议员，继续我们请徐亚干徐议员补充说明。谢谢议长。本席就今天的这个问题哈、来做一些补充。首先我就要先告咱的观光处的王处长。咱的天空步道是在今年的5月27号预定要开放，是不是？我接到通知要去开这个，就是有关这个停车场啊，或者是交通的这个部分的哈、规划案件哦。有接到一摆，了后我听恁讲恁开两三遍哈、就是有关这个停车的问题啊，这个疏解交通拥塞的问题哈、解决游客如果很多的时候，那个你车子要怎么样停放，要停得对，车要安怎样，要安怎样去办这个接驳还是啥？不过吼、我无清楚讲恁即摆规划了的情形是安怎吼、我即摆是要甲你讲吼、咱的天空步道如果吼、开放之后，目前吼、那过年过节都已经拢会塞车啦。恁天空步道都搁开放的时阵，搁来就是暑假，大家拢会去遐度假，到时。我来讲，迄车塞落到地吼，是不得了的代志吼。咱拢知影讲，咱迄个所在，咱就是讲吼，咱迄面顶就是，要去雾社啦、后万代啦、清境啦、合欢山啊，所有的车拢是台十四线嘛，拢是有行遐嘛。真正，逐摆若是过年的时阵，就是看樱花，就去遐度假啊，搁赏枫啊，秋天要赏枫啊。冬天要赏雪呀、这车都常常都是会搁较塞。即摆若天空步道开咧吼，我甲看吼，真正是吼，塞落到地，无怪你会紧张啦，吼、所以讲较紧的要开会。即种个塞落到地，一定严重的影响我们那个观光的品质，吼、交通的方面嘛是真危险，吼、所以咱得足注意的。咱希望讲。这个部分停车问题，你爱好好啊吼、来研究啦吼、我即摆是咧有一个甲你建议，如果可以用接驳车的话，你觉得可行不可行啦、因为咱的停车，咱的大型的游览车，整个清境地区，它可以停放的不能超过40台啦，绝对袂超过40台，40台以上，你就是唔知道要停去倒位遐去啊。真正是也是无位通停车，你嘛真头疼。所以我甲你建议讲，伫咱的吼，伫差不多伫迄个南方迄个所在，拄拄仁爱乡的入口遐，目前呢有一个吼，有一个咱的地主真正好意吼，就是那个台十四甲线梅溪段347的这个地号迄个所在，伊差不多有6500平方公尺，差不多有600多。迄、个所在应该是会当停40台以上的游览车，甚至超过停60台嘛，要可以啦。不过呢，吼，伊即摆目前伊是讲要用无偿提供的方式啦。我想你应该可以去接洽看看，看迄个所在要安怎规划。如果可以用接驳车的话，吼、安尼会当影响到，安尼会当吼，解决讲咱这个停车的问题。佮上重要就是啥呢？上重要就是吼，这个 PM2.5 空气的品质，咱会当改维护下来。若无游览车排放的吼，PM2.5迄空气真歹吼。到时，我想这个部分吼，再请你，你若唔知影，你再跟我联络，我会甲你吼做一个真好的建议吼。
然后我也要请教你一下，新定风景特定区的规划案的执行情形哈。第一，如果正式哈，正式我们的执行的时间，你把那些资料提给我。然后我现在要请教我们那个建设处哈，建设处的处长，李处长啊，玻璃的这个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厂哦，那已经有土地啊，但是这里污水下水道起码等你做。那这个污水处理厂大约什么时间会差不多这个不要存在都这污水处理厂，好、哦，他那个新建案啊，我们希望你在规划的时候，因为黑都底湾的厝边呢，所以我也关心，啊，我嘛足紧张诶，到时。我的立民唔知甲你抗议也袂抗议，我不知道啦吼。但是我听到大家都在想说，是安怎以外污水处理厂卖要用到咱大城里，这事关阮吼社区居民啊，阮大城里面的权益吼。所以我希望讲，你若来到遐行政规划时，一定要通知我们政局，或你定级的议员，互阮了解，看到底恁是安怎样要做吼。嘿，那另外。一场再几分钟的啊，就是我们的建设处的部分呐、啊、哈，哎、欸，我要请教我们的科长哈、哦，哎、欸，有关这个南投县都市计划公共设施用地的规划哈，啊，刚才呢，这个今麦目前的专案通盘检讨，啊，咱今麦进行哈，咱呢今麦这个进度是甲倒一样，我进前麦甲你问，你甲我讲，那好像是在这个期末报告。在六月底前它会完成哦。那我们希望说，整个这个规划的时间，你努力委托人咧设计吼，啊是讲底下咧检讨，啊，阮定级的议员，阮拢唔知影讲到底安怎。恁敢那是甲咱吼，诶，国立的定光所，或者是讲当地的这些乡镇公所，你们只是支配他们，跟他们一起共同讨论。但是我们所有。当地的县议员，阮拢唔知影，不管讲是乡也好，镇也好，尤其是阮埔里镇，你跟埔里镇公所一定在办的什么计划计划，我们这些乡，我们镇级的议员可以说都不清楚，所以我伫底下特别给你拜托，一定要甲阮讲者，啊，足侪所在吼是真正是需要去检讨，那你解编的部分，公共设施保留地。目前要解编，这个解编吼、哦、事关很多人的这些权益的问题。啊，个吼、哦、有也是，不一定讲定定了，伊就真知影讲吼，这里整个这个人口的发展呐、啊，未来的使用状况啊，吼、哦、一些需求，它的这个执行度吼、哦，我希望讲会当了解这里、个，这个部分，单总执行什么再过来跟你探讨哈、哦，谢谢。好，我们感谢我们徐亚干徐远。那个刚才那个徐亚干，你要求那个污水厂，那个是公务处的吧？那公务处那个徐亚干议员要的资料才给呢，好不好？好，继续我们请张志平张议员补充说明。啊，主席，还有我们管路收费官员。以及电视机面头前的好朋友，甲咱议会同仁，大家午安。那本席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用足紧的速度来拜托咱的局处长，简单答复就好啊。本席希望咱建设处前瞻计划，甲咱德山镇清水公园纳进去，有法度无？请处长简单回答。我们请李处长答。张议员哈，前瞻计划的部分在水环境计划。处长，清水公园有法度纳进去前瞻计划，也无法度安尼，就好啊，好不好？拜托你，好，谢谢，请坐。来，那个农业处哈，咱的农业教室希望咱德山会当培养较侪农业人才，啊，甲这个好农市集较紧的来完成。本身你讲的你应该听有嘛，安尼有法度无？来，请你简单就好。嗯，请陈处长答。谢谢议长，谢谢张议员。那有关农民学院的部分，目前在今年度会来开办，那会接农会来进行，那会分四区。那另外有关议员在关心农务市集的部分哈，这里关锦龙来
找看清相关的这个部分，看怎么样来协助议员在扶持在地的这些农友，他能够针对地产地销的方式来推销他的一个农产品。好，谢谢，感谢，谢谢。来，一个观光处的哈，我就真非常感谢你哈，你只有一挂教授跟咱的科长，跟我作为探讨咱的民宿的问题哈。啊，这点嘛要拜托你，除了民宿以外，我希望德山镇嘛有一个观光的教室，来开始来协助德山啊来。更加多观光甲民宿，安尼有法度无？来，请你简单回答了。嗯，请王处长答。好，谢谢主席哈。那我们会依照昨天在议员研究室大家讨论的结果哈，来加速来推动。好，谢谢处长，请你坐。好，过来公务处哈，来处长，你的时间我三分钟给你啦，好，你甲重点哈。来，我听讲馆长看过工程。都会做啊，是不是啊？来，主流，拜托。谢谢议长啊，谢谢张议员。因为我们的现在工程都是由公务处办理出刊，然后县长办理出刊。是不是县长看过这个工程就会做，是不是？安德啊，这目前为止有三件没有做。也就是很多件都做，就是管理会看才会做，安德对不？不是讲管理会看才会做了，就是县长亲自去现场关心的工程，大概就。基本上讲是过了哈。陈汉立坐在我旁边，陈汉立演做议员这届以来一排几遍，他管这一款，因为案件很多，到目前还没有排，无吧哈，以前都要跟他讲说一件啦，好、因为你都就解说无，来分析个排几届，竹山第一次已经看过，但是张演的建议案，我们再次会排上去，那没问题。就是我拢无半件嘛，吼、啊！有已经有。你本本是看几遍？我还没有陪张演去现场看。你嘛无时间嘛，吼！来，你请坐。来，副组长，你本本是看还是可以做单位差不多几遍？副组长答。谢议长，报告议员，印象是没有。没有嘛，好 ，OK， 请坐。来，肖科长。你的部分，跟议员报告，我们都是请那个，承办的同事跟议员，嘛是无嘛，好 ，OK， 好，请坐，来，许科长，你是道路养护科嘛，哈，你应该有吧？跟议员报告，今年一次，一次嘛，好，请坐，来，王科长，你应该有好印象的款，有，应该一到两次，啊？到两次，两次了哈，请坐。来，廖科长，你应该看这边了吧？跟议员报告，跟议员会干过两次，两次啊，请坐。来，吴科长，没有，好像都没有哈。承办人员有啊，承办人员没有嘛哈，我请坐。来，赵科长，加固马吉米，跟议员报告，去年一次，今年还没有，今年还没有，好，请坐。OK， 朱六。我想不是馆长，我这不是馆长挂零啦吼，包括你嘛挂零啦吼，啊科长嘛寥寥几处啦吼，但是我本是会看过的工程啦吼，要改善的吼，我真正唔知道几件啦，足侪件，啊我是要拜托讲，无嘛卖，我有阵啊感觉讲，是不是因为我是民进党的干事长，所以我建议案都无。是不是不会不 会, 不 会, 不会这样的，不是的、啊、不会这样的，只要需求是不是陈立人做总招、所以他也都没有，是不是我们挂民进党的马库，所以我们建议的工程都没有，如果没有你要跟本席说，我要建议那些乡亲，如果有关于工程的部分，我们都要找什么人，还是说有人在说是不是都如女性的议员，李教授的建议工程的部分较好建议，是不是啊？我们都会按照你们议员的建议或民众的陈情，我们会去初刊，然后看完之后，只要符合目前的那个标准，我们都会做了。处长，其实我就感恩你啦。为什么我就感恩你的？因为过年我还记得甘变桥要通，暗时要通，是你帮忙的，对不对？阮第三年过年的时阵嘛，二长当时建议一个甘变桥嘛。我知道。啊，咱希望过年的时会当通嘛。但是是你到三江的嘛？我們應該是不是要拜托你用这种的方法，用这种的精神，
干我，因为我总是为着乡亲嘛，我唔是为着我，迄所有工程拢唔是起阮兜的，嘛唔是甲我有关系。我总是希望讲，你会当体贴阮这种菜鸟议员，阮这种无依无靠的议员，没有依靠的议员啦，好不好？拜托个啦，无我做到吼，刚才我真的是有心要做，可是你们给我们的呢？你懂我的感受是啥？啊，志明啊，蔡教也无效啦，民进党也无效啦，干市长嘛无效，你规工来干来干去呢，是不是这样子啊？不会的，不是这样的。好，我春话无话，这要春一年瓜尔啦，吼、哦，一届嘛，一届春一年瓜，后届到底选得掉选不掉嘛，要真问题。我拜托你，这一年瓜，是拜托处长，咱斗三工者。好，谢谢。好、哦，卖大概我拢爱搬议长出来，好、哦，拜托者好不好？好，谢谢。我们感谢我们张员，继续我们请林浪宇林员外。谢谢何议长，本会秘书长，因时间关系，我就不一称呼哈。大家午安，大家好。其实早上多位议员都有在关心，我看今天最热门的应该是农业处的部分哈。在这里，对于农业处的业务，本席还是很关心哈。其实，在农业处的业务上，涵括多面向啊，其实业务也蛮繁重的。之前也听到一些哈，一些对于业务上的这些，也不是说抱怨还是什么，但是业务量真的蛮大的，而且人力不足，造成一些案件的 delay 啊。我相信相对也造成了一些民怨，这个是一个循环。我希望说能够尽快的来改善它。其实你们直接面对的是农民啦，哈，也感受最深的也是农民直接的反应啊，所以我希望说在人力这方面能够尽量的来补足它，我相信有好的职场，有多的人力啊，才能够做好你们该做的事情。在这里，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资材室的部分，议员也有提到哈，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吕科长，在这方面，我想了解一下资材室的申请的一个是不是有特定的，比如说申请的条件、认定的标准，什么样才能够申请资材室？谢谢议长，谢谢议员关心。农业资材室是每一分地可以申请33平方公尺。那它的地目呢？地目有没有规定？农牧用地、农业用地、农牧用地、农牧用地才能够申请资材室。是。那它的面积有限定？每一分地只能33平方公尺。33平方公尺。那它申请资材室是不是需具备，比如说要提供我们的新办计划还是什么的？必须要有身份证影本、土地登记成本、地籍图以及经营计划书。新办计划要不要？经营计划书。经营计划书跟新办计划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这规模有差啊。不要说人家建了一个资材室，你要求人家一个经营计划，你认为这样合理吗？经营计划是要你有经营东西啊，比如说经营企业，还是我要做什么使用？你单单只是放锄头、本机那些要这些经营计划吗？经营计划是必须减负的申请条件之一。那经营计划书的那个实项里面是很简单 的跟那个是简易的经营计划书。譬如说，你第一个是申请的目的，跟你申请的方位以及对环境的影响之类的。那还是等于说里面的内容全部都要具备了。是，单单放本机、锄头那些都要。对，这样子对于这些农民会不会说太这个手续太繁杂啊？还有内容的提供太繁复了？你认为这样子是便民的一个措施吗？其实，在农业在农业处所接触的是农民，农民很多都不识字啊，其实也很多都是长者。我希望说在我们申请的这些条件、申请的这些文件方面能够简化的尽量简化，一方面对我们也好，但是最重要的一些资格、最重要的一些内容当然要具备啊。但是在这个流程、这个作业上、文书上，希望
能够以便民利民为主，好不好？再研究看看，因为我们人力也有限嘛。好，请坐。在这里我请教一下我们的处长哈。对于不知道处长有没有听过荔枝春象这个外来种的这个虫害，请处长对它的了解有多少？它对我们植物的危害是单单荔枝龙眼，还是对其他的植物也有危害？请处长。处长答。谢议长，谢谢林议员对农产业的关心。跟议员报告，这类荔枝春象它不仅是对荔枝跟龙眼，它其实还包括台湾栾树之类的这些作物都会受影响。所以说它可以说是台湾首例的一个外来种的虫害，新的虫害嘛，是不是？不是说新的虫害，它其实原本就有，只是它有时候因为刚好在这个季节，咱现在这个季节都有。那对于这方面我们有没有其他的防治措施？之前的话会透过民众他们就是在防治期的时候会去喷洒一些农药，但这个部分因为现阶段刚好有一些我们一直在推广友善的一个耕作模式，所以对于在防治的范围我们还要再去强化。对，所以这个在做宣导，还有就像你讲的，它不单单只是对于我们荔枝龙眼的危害，还有其他的植物的危害。它的产卵期在四五月这当中，其实它也有一些我们防检局的一些它所提供的一些建议的一些用药，所以我们可以参考看看，多加以做宣导，以做防范。我相信这多多少少都会有益处的。谢谢议员提醒，这个部分我们会再透过农委或者合作社这边哈，来再针对农友来多做宣导。哦，好，谢谢处长。其实在农业处这一方面很多都是关系到我们农业方面的一些设施的申请，所以就像刚才其实在我手上也有一些案例，他明明申请的是类似光电板的东西，是屋顶的东西，但是你们实际上到场去看的却是说人家的地上物的一些问题，所以这方面请你们能够好好的做一个，是不是有这一个现象？我请处长去查一下。人工处定人工头卡啊，不去还好，去申请之后，问题越来越多啊，不是在减少问题，是在增加问题。我相信这对农民造成很大的困扰啊，也希望在这方面能够多加的检讨。谢谢，谢谢议长。好，继续我们请萧志全、萧衍啊。谢议长啊，大家午安啊。我想我就直接切入主题了啊。我想啊，刚刚张志明议员点名的我们公务处的各位科长啊，应该算说是执掌我们整个南投县预算啊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龙头的地位啊。所以张议员特别给您点名啊。在上届处长的时候，我有特别提醒我们各位科长，因为您各位科长，您今天拢是所有的民众拢会要求由您哦，你们不要太有那个大老大的心态哦，希望您当苦民所苦，应该在做科长拢无啊，应该要给你我当作是伫顶厝的定机会，要甲您做一个提醒哦。嘛，希望讲馆长嘛有讲，希望讲咱。投诉哦，卖红超过三遍，三遍了又要考量，要调整红被投诉人的职位哈、希望讲咱互相勉励啦哈。我想咱公务处哈、跟今这次的定期会现场有报告哈、在我们县一三一线哈、我们在鹿谷段有花了将近4000万哈、要做道路的整修哦。好，想要来请教咱的处长吼，咱一三一线对水利轨这段吼，处长你们知捌行过无吼？来，处长，请陈处长答。谢谢议长，谢谢萧议员。一三一线是从埔里一直到鹿谷，这个我全部都走过了。水利加水电这段呢嘞，你感觉嘞？你敢捌不是在行？目前。大概前线还没有拓宽，就是水里跟鹿谷的瑞田这一部分的、这一部分我们也一直想做，但是就是卡在义宏村嘛，那个内环外环
在我大概已经拖了大概20年了，我担任乡长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计划要做，但是就卡在义宏村要走外环道或是内环道，一直没办法沟通协调完成了。因为我蛮欢迎过，对讲道路要拓宽的问题吼，结果咱上面嘛真像你讲安尼，道路土地取得的问题。不过我最近有听到民众，因为你嘛体会讲，迄条路确实无好，啊嘛时常发生车祸，弯弯弯弯搁细条。啊，所以我希望讲，除了当作是甲恁反映了，恁是做一寡迄个交通设施的做一寡改善俩，对道路的安全其实无帮忙。我是讲希望处长吼，咱来努力吼，因为毕竟你嘛是落国甲水，你嘛真近，希望讲这条路咱卖用会到。伫未来这段，咱共同努力来甲做依山里做一个拓宽，好不好？好啊，就是讲。假如能够决定路线以后，后面才能推动，要不然就卡，已经卡20年了。我相信伊对疏解咱六国方面甲溪头这车流一定嘛有相当有帮忙啦。啊，另外，最近我请教你哦，我自第一次的电机，我把它建议讲，咱这个民间交流道回堵台16线这个问题，每到周日哦，假日拜六嘛好，礼拜嘛好，要上。民间交流道一直在塞车，我嘛个建议讲，希望是毋是伫咱这个斜塔这个部分，用做一个简易的那个交流道，用去哩那个国道三号，我嘛做一个建议。啊，你想这个有可能无？应该等要3年啊。这一段在民间公所前几天才上2个月前才通车的头55线，本来是想把它延到。那个新街那边啊，那后来应该是经费问题，做一半了，没有继续延长了，所以就没有办法完全改善了。我想啊，这关系咱员工水利哦，直接水利信义入去，规线甲新中环，即所有的车流，即咱让咱的所有的来咱南投游客，每一个拜六礼拜个，就固定个台十六线，要到民间这段，我行车要几点钟？咱是不是真的爱？爱思考讲，要来起来做改善，好不好？哦，这段我们来想看有没有新的路廊可以来开辟的。哎呀，做个这个，目前是还没有找到，那我们来想。哦，这已经我已经反映了，已经搁打3年了，完全拢也无改善啦。这样，我们来好不好来想办法，看有没有找到路廊可以来开辟道路了。哇，处长请坐哈。谢谢。另外，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光处长哦，我们埔里是有打算做一个水上灯区吗？有没有处长，请说。请处长高。好，谢谢主席哈。有，我们现在有规划在埔里的琵琶溪哈，啊，我们做几个水上灯区，差不多被霸毙。啊，这样哦，是在爬城那个泄洪道嘛哈？哎，是。对，哎，这规划是我们推广科吗？啊，这是我们推广科在规划。那我请教我们科长一下，嗯，处长你请坐哈。科长，咱选择所在哦，以我对玻璃过迄段吼，讲起来伊个河道嘛无真宽，啊本身内底嘛无水，啊杂草丛生，啊旁边的景观也不是相当的优雅。我想尊敬你怎么会考量说会选择在那边？请你提出你的看法一下。感谢议员对就是水上灯会的关心啊，那。灯会选定那个区域，主要是它会有一些配套啊，像光环境去制作啊，主要还是当地有反映，就是那个河道里面淤积跟环境的问题，那个部分我们会跟公所来协调来做疏浚啊，在灯会之前做疏浚跟整理。哦，你用公所要做啊？我这个是建议哦，是不是？其实。水利乡哦，是咱这个全省哦唯一一条溪啊，上清奇的溪啊，留在水利的市区里面，而且它的河道又宽。我是建议讲哦，伊其实要清污泥，啊，搁底下整理边啊，啊，开啊侪钱，水利这溪边就便便，啊，水搁清气，是毋是咱来规划，用安排来水利，啊，有这個可能无？我想每个地方有不同的观光资源呐、啊，那当然议员建议的部分我们会先了解看看，再来看怎样帮他做。那、啊、你这个打算什么时候要做？
我们先来了解看看怎么样去把观光资源、当地的观光资源去整理啦，不一定说要每个地方都一定要灯会。好啦，那习惯的关系，我总咨询的，请你给我准备资料好不好？谢谢长。好，我们感谢我们下一个。啊，今天登记化人的议员同仁到现在都已经咨询完毕，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散会。